好，我们继续开会。啊，今天是5月20号，我们也恭喜，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新任总统就职大典，此时此刻正在展开。我们同时啊，今天是新的吗？今天是新同学吗？好。今天的单位是有卫生教育社会警政，我们请问卫生有没有新任的？主席，新的行政科科长是朱科长，那副局长没有来，副局长在家。好的，好，我们教育处刘处长是那个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哈，我们教育处有两位新任的科长，第一位是社会教育科的陈冠化陈科长，然后第二位是特幼科的庄玉秀庄科长。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社会处曹建秋曹处长介绍。议长及各位议员长，那个社会处有两位的新任科长，一位是我们那个社会工作局保护科的陈秋雀陈科长，那另外一位是我们劳工行政科王思英王科长。谢谢。我们请警察局王庆元局长介绍二级主管。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记者，我们警察局的部分啊，有11位的新任的科室主管。首先，第一位是交通队张队长张国栋，你好。少年队队长王忠义，妇幼队队长许俊廉，勤务中心主任詹建山，后勤科科长李昭和，我们行政科科长林永成，法制科科长吴忠辉，资讯科科长王进国，建设科代理科长吴仲敏股长。人事主任冯正成，另外一位防治科科长邓国良正在警政班受训中，谢谢。谢谢各位局处首长的介绍。我们接下来今天第一位登记质询的是许继荣许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美丽的大会主持人哈，我们劳议长，今天在座的各位局处长、各位科长、各位议员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哈。首先哈，我们要请那个我们警察局我们魏督察长，督察长早，李院长，你喜欢成功分局哈？目前我知影的哈，离开了成功分局了。现在来到我们台东警察局做督察长，我现在是要请问你一件事情，当当时你在成功分局的时候，你感觉我们成功分局整个的三乡镇的居民百姓还是整个治安问题，你感觉怎样？都 很平安啊，很平顺，也感谢我们居民的配合，我们警政的工作，也谢谢我们一座的大力的支持我们警察的工作。好，朱大长你请坐。台东分局雷文局长，你也曾经当过我们成功分局的分局长哈、是。那你现在也高升到我们台东分局当一级的分局长。当当时你成功分局当分局长的时候，你觉得我们那边的治安，整个治安跟人群的整个问题，你觉得我们那边的人怎么样？我们在成功辖区的三个乡镇哈、是非常的民风淳朴、民朴了。尤其在议员还有我们各级的地方人士的这种融洽的气氛之下，大家都处得和乐融融。谢谢。好，你请坐。目前我们成功分局的张分局长，议员啊，我感觉你这个人做做这分局长吼，你这分局就做了上好，你是好人。显然哦，你的严谨好像一点都不会服从你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你私底下我是唔知影。伫我会记得啦，阮三乡镇所有的乡镇长、所有的代表，曾经拢捌去找过你。伫阮这淳朴的乡镇，大家会使讲拢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刑案，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犯罪情形之下，你们显然我们的严谨哦，整天无所事事啦，哦。毛起来到处狂开单啊，整个路上整个镇上
只要是有路的，不管是柏油路、乡村道路、马路什么什么路，就是有我们的远景到处飞，几十个我都要骑了，车骑了。我感觉阮一个淳朴的小小镇，就较早魏督察长、雷分局长在遐做，都拢大家咱平平顺顺，嘛无什么重大情节，互恁介大个困扰。今仔日你用这个数字，自从你来了，你用这个数字来对台湾。在去年一到四月份，整个违规罚单754件，今年一到四月到现在，开了2624件，会不会太超过？到底是恁的长官王局长，给恁的压力巨大，也是你给恁的环境压力，一定的件数会到这边，你也是要给他说明一下吗？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啦？首先感谢徐议员长期以来对我们成功地区包含东河、成功、长滨三个地区、三乡镇的地区自然交通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那在交通违规今年举发的件数有高达3.5倍，这部分本分局在此说明一下。我们台南某东线警察局整个交通状况从在投注大量的心力之后，在10年以来，不管是交通事故死亡率以及伤亡人数都逐年的下降，但是今年有发生异常的一个状况，像本分局本辖今年一到四月份死亡的人数就有4个人，那去年同期死亡人数是1个人，那成长率也是高达300%，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分析它相关的原因之后突然发现我们的居民民众在交通违规的部分以及交通规则的部分有部分未能注意，所以我们在强化相关的执法作为。副局长，我来讲红单违规提愈多，死亡愈多，这不成正比啊！你去年才开了754件。A1 的事件才死一件而已，今年开2600多件， A1 死四个人啊，红灯开较侪，死亡愈侪啊，那安尼有效？我这个部分来，你若是可以讲红灯开较侪，死亡 A1 会减少，无话讲啊。你开红灯开遐尼侪，死亡的件数愈来愈侪啊，是不是安尼？报告议员，这个不是这样子状况嘛？因为今年一月份我们有死亡，发生死亡件数有1件，那二月份突然暴增有2件，那在一月份我们取缔的件数跟往年是差不多，那在二月份开始因为我们鉴于违规的人数以及未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数会有影响到我们交通事故的一个。开红单会减少交通事故吗？有吗？目前显然这个数字是没有的，目前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啊。目前一到四月份的部分。我们 A1、A2、A3 的部分有略减的一个趋势，你找我来讲吼，在我侧面去了解啊。您今摆您的整个可以说是警政的距离应该是上好的呢，但是你本身来做了解啊，您今摆你们的警政这个距离是最差的，对议员毫不尊重。我讲给你听，我曾经我人不在我的镇上，我要打电话去。到成功分局，我要询问一些事情。我打电话进去，我卡掉你了。我说你好，我是徐进龙徐议员，请问你是哪位？进龙回答：我是警察，我知道你是警察，你是哪位警察？我是徐进龙徐议员我是警察。今年就这款教育，今摆社会少年人，我唔知你哪个教的啦。洪宗凯洪议员，翁立颖，切身之痛。你是哪一个议员？哪里的议员？各地辖区、各地议员拢唔捌，成何体统？今麦少年啊，我要洪局长讲代志，洪局长该讲讲的，八分之堂我有在录音，乱七八糟，情理法，什么叫做情理法？
就该一直发，就该要开红单尔啦，什么话拢无啦。开红单开到无臭无臭，一条路咧，老伙仔人咧徛倒来，百姓咧徛倒来吼。虽然伊是违规无带安全帽，你嘛好心来甲叫落来，阿公阿姆阿伯阿姆，甲讲一下，无，一只巡逻车，我倒来徛巡逻车，差就甲震落，你下来。执勤咧，执勤到安尼吗？拢无，大家拢无话通讲，啊，来到边安尼好啊，对无？你要安尼继续安尼开嘛，不要紧啦。你来开，我来抬嘛。你带大家去看看咧。王局长，你还算好运的，你可能要离开我们这个台东警察局了。想谢谢我们议员的指正哈，那我想针对这一部分呢，我们成功地区哈。有关新进的同仁啊，这个我们会来悉心啊接受指正哈、啊，我们会来加强这个有关执勤的态度，以及对我们相关的地方的士绅民意代表有所询问的时候，能再注意一下我们的应对。我想这部分我们会来加强。至于交通违规稽查，我们会来请针对干道上面的，我们台十一线，确实在60%多的都是外县市来的超速啊等等这些。那至于在镇内的或者是在街道上面啊。我想建议我们分局也能够在这方面多以劝导为宜啦。直接我决定报告一个代志啦吼，飞单飞到安怎？走去渔港要飞机长，你要听一下，飞单飞到要去渔港渔民的出入口咧开呢，飞单飞到人的实验外口去咧开呢，敢有理啊？砖卡所在，我拄才站嘛，我做过分局。新港分局长啊，你讲你怎么我做过啊？我你个人咁遐搞怪，对不？我你个人真正无守法，遐尼搞怪吗？摕一卷数字咧，互我看。其他分局有没有这样？遇到事，照这个方式来开了，开到年底的话，我总选三乡镇所有的选举人口数吼。还不达到这个数目呢，你知道无？这开了开到过年要开几万张呢？三乡镇所有选举人数看不到几万人，每一间家庭、每一户、每一人拢要收到呢。抢钱不是抢成这个样子，业绩不是这样拼出来的啦，是不是？欺负我嘛？整个台东分局遐尼大遐尼济人，数字敢完呢？我嘛唔知阮是安怎有法度互恁气到安尼啦，我想无啦。有法度咱来对台湾，即马伫镇上、伫乡村咧、伫街路诶、伫社区诶，拢是老弱残兵呢。陈分局长，你来成功分局多久了？1.8个月。有没有什么重大刑案在我们三乡镇发生？重大刑案去年一件有侦破，有发布。有没有重大刑案？有一件。是。啊，那件摆了就无啊嘛吼。你就是靠这开红单咧维持生活安全，是不是？报告议员，我还是再说明一下，有关这个2623件哦。那其中我们分析哦，违规超车跟超速的部分，在台十一线省道违规超车跟超速加酒驾的部分了，达到70%几。那件数是1903件，哦，那在县市的部分啊，本县的居民啊，大概在外他县市的占了60%，所以不是说全部都这2000多件，那都是开我们东海岸三乡镇的居民。你在公路上怎么开，怎么拦截，那是我们都不会去讲话了。你不要在整个社区里面，哦，这样好像在。那查下来，那一世界堆，一世界流，唔知你什么话，去看着百姓眼来着，规个镇来，敢若我一个议员尔，我比你较头壳疼呢。你有体谅到我的感受无？有关易座的指正跟指教，我们会回去确实检讨精进各项的勤务作为。那另外针对远景的执行技巧跟态度，我们会确实来加强训练啊，达到我们交通平顺跟跟我们辖区的治安平稳。啊，谢谢局长，谢谢副局长，你先坐一下。局长，我希望哦，在这件代志了后，
我希望对恁即摆现有新进的最关键坚固的态度，我希望你有所要求啦。唔好安尼放浪的，一寡遮少年啊安尼吼，实在是无法无天啊！对学长、对长官、对民意代表一点尊重都没有。无采访警政纪律是上好的，但是即摆我感觉够差，品质真正烂。像议员这一部分，我们来会加强我们有关于同仁新进的同仁的一个勤俭啊、执勤的态度。重点就是说他的应对方面啊，我们会来加强。少数的这些新进同仁啊，我们来这请我们督察社啊、督察科部啊来加强这个教育部分。在我的辖区啊，如果改天我再换变，我再去看呢、啊，还是不认识我们议员的当地的哈、啊，大家都过来去看嘛。是是，你先请坐。谢谢，一坐。谢谢大家主席，本席今天执行到此为止，谢谢。谢谢许议员，我们也希望这个各单位能够不要口惠而不实哦，在这边答复议员质询，然后回去就忘了。那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江坚寿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在这里就叫永隆警察局王局长。谢议座，确实让很多民意代表很不高兴，但是我个人我倒是比较能够释怀，因为现在新进的远景跟我们是不同世代，我们是接受不同教育出身的嘛，整个社会环境的氛围完全不一样，所以常常看到新进的远景看到我们连个招呼也不打，甚至主动跟他寒暄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是早已经习惯了。但是我比较重视的是警民关系，如果不搞好，你如何来去防治犯罪？防治犯罪是要靠民间的力量来协助警察，才有办法防止犯罪的形成，甚至在有刑案发生的时候才能够有能够获得适当的情资来去适时的破案嘛。虽然新进的员警大概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练，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个跟地方的关系弄好，这个把它当作第一要务。不过这一台东县警局，我个人的评价，我是认为是全中华民国的警察是最有人情味的警察了啊。尤其是王局长您特别重视地方的民情的反应，像本席从脸书啦、电话所反映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各分局长、刑大大队长、我们保安科科长、交通队、尤其是我们政达科长、过去战科长的时候也一样，都能够随时把我们的意见做一个适当的处理，然后做回报。我甚至常常有时候遇到让我实在很不舒服的，我甚至请副局长直接来跟民众 来做说明，副局长也亲自来。所以我们应当警政工作应当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去努力、那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那当然是第一要首要的要务啊。但是在不影响其他人的用路权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何妨用劝导，可是却偏偏因为绩效的关系啊，你说这个中央的这个专案考量，所以新进的员警为了要抢绩效，也就发生了这种跟地方诉求不同调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机会教育我们一定要来适时的来加强机会的教育，要不然呢，这些新进的员警我真的是不知如何以对了哈，碰到很多民众遇上他们这些新进员警的时候，讲一句难听的话，我看到很多民意代表也是一样啊，第一线男的都是新进的啦，后面的比较资深的，我想说啊，这个情节不严重，想要放过也不行，因为录音嘛，全程的录音嘛，这也要怪我们民意机关的补助，同意那么多经费干嘛？甚至还补助经费给警察购置这些装备，这也是怪民意代表了啊。不过我们的前提是，如何保障多数人的用路的安全，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嘛？但是事实上我们所追求的是，我们是希望
大家有养成这个观念，不要去触犯这些我那个交通违规案件嘛，是不是？我讲句难听的话啦，一个家庭很多被罚交酒那个被酒测被罚款的时候，多数都是基层的民众啊，多数都是打零工、靠劳力来赚钱的那些人，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们能够产生恻隐之心呢？我想这个督察长，你应该要多会诊一下哈，如何来去培训这些新进的员警，能够同理心来去看待，我想这个部分我就这样子来表达我个人的看法。那另外就是，我特别要感谢我们县警局对原住民自制猎枪，希望能够放宽相关的这个限制，我们局里头一直支持，所以在警政署也能够体认到现在的法和实际的落差，才能够让我们逐步的先从取得丁能够合法化。然后后来我们又发现枪炮盗窃管制条例的第五条之二的第一项第六款的规定的不合理，本来是说许可办法里头许可及管理办法里头来修就好，可是前面就设了这一条的这个限制。那之前在中央总预算审查的这个过程当中，郑天才委员有特别要求在3个月内要能够来修正许可及管理办法，当时因为他正在选举，可能他忽略他忘了说还前面还有一个条例的管制条例的这个第五条之二这个不合理这个限制，所以他这一次的会期他特别提案了，我也把资料给局长您看。那你请教你，对于郑天才委员建议修法增列第六项，就是第五条之二增列第六项，也就是这个资料的最后一页，用列举式的方式排除不得申请跟持有自制猎枪，您的看法怎么样？我想这一部分，我们有关于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目前我知道的，我们警政署已经召集相关的有原住民乡的县市警察局保安科长召集开会，那我知道我们警政署已经就这个提案当中已经有一个共识同时也尊重我们议员包括委员的一个建议案，目前这个案已经警政署召开会议完之后已经准备送行政院做一个院会的会议，然后在会议通过之后会送到院版的修正版送到立法院来做这个审议我想这个案子我们都同意在我们执行方面，对原住民对传统的狩猎文化持有这种类似的猎枪，不然除了这个在我们许可的所谓的狩猎季期间合法去使用之外那我想这个原住民的传统的这些我们都予以尊重那所以说目前警政署已经达成共识目前送院会当中这一点请一座放心。从这个列举的这个当中，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得到嘛，所谓的公共危险罪，纵火是公共危险罪嘛，是不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啊，纵火不一样对，所以我说嘛，纵火是很严重的刑责嘛。酒驾呢？一般酒驾，当然我们是当然是不一样嘛，是不是？那违反森林法也被判刑，也被判刑啊，但是他违反森林法里头，他跟盗法林木，跟那个盗采牛樟菇、盗采剑笋、盗采黄藤，这个一样吗？这个刑责那个他的罪行，一般来讲犯行一样吗？一般来讲就是以那个刑度如果是3年以上就类似重刑的，那3年以下我们目前像酒驾部分是。依照185条之3的规定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部分就是属于3年以下，所以这部分就可以列举来予以排除，对吧？持刀杀人的伤害罪跟就不一样，交通事故的这个过失伤害罪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这天才委员特别很费了相当多的精神，从各种不同刑度
罪责不一样，犯行不情那个情节不一样的时候，特别把它列举出来，好、哦，列举出这个希望能够修正成那个列为第六项，好、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请我们局里头哈、哦，在跟中央参与各项讨论会议的时候，能够来支持我们郑天才委员这样看，而且我们期盼在这一次的会期，立法院的会期当中，能够顺利的完成修正，好、哦，好不好？这个案子我们列入来追踪。是，好，谢谢，哦、感谢了，谢谢一众。我们许德丁，如果不是我们局里头这样支持哈、哦，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获得修正哈、哦，所以特别要感谢。但是另外就是刑大大队长，现在这天孔龙吉委员他们，我们原住民局的所有立委也统统共同提案了哈、哦，就是猎捕野生动物的这个部分，希望能够放宽一般的狩猎，啊、哦，放宽一般的狩猎。那也就是说，我要建议我们刑大，因为大部分刑大来办的比较多原住民的这个狩猎哈，被移送法办的这个部分，如果情节不是很严重的话，能够劝导就劝导。讲一句难听的话，原住民本来就天天在打猎的嘛，以前只要没事，农忙期间忙，或者是家族有需要，就去猎个一只两只。当然，对于习惯犯。对于长夜犯，对于专门用来贩售魔力的这种，我们就不敢说了。对于一般的百姓去狩猎个一两只，这个我是觉得能够不当一回事就不当一回事了，不要硬办了。大壮，您的看法呢？目前我们在针对原住民持有自制猎枪的部分，哈、哦，目前我们有报警证书，就是以前是有绩效的，那现在我们因为现在不列入绩效了嘛？对，现在我们不列入绩效之后，我们原警不会主动去取缔，但是有检举哈、哦，那有违法，我们还是会依法来办理这样子。当然是有检举，当然是依法要办理，可是你在办的时候看你怎么个办法吧，有很多事情是技巧性处理嘛，是不是？更何况他也不危害他人，其他的人啊。更何况他如果说家里真的有什么事情，没有去申请而已，是不是？你也要采信他的说辞嘛，有人在跟他证明，你就把他认定是他经过申请了嘛。那个征询笔录我们一定会对他有利。所以我说这个叫技巧性处理啦，理啦，哦，当然你完全依法办事我都尊重啦，你依法嘛，你的警察不依法的行政，你还要干嘛呢？但是处理有技巧嘛，我一再强调是技巧。晓得吧？是，好、哦，大作，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朝这个方向了。是，减少一些民怨。当然有遇到重大刑案，你们的破案率就一定会高了，因为大家都很乐意提供你讯息嘛，何况欠你很多人情呢，对不对？哦，好，谢谢，谢谢大会主席。谢谢江青说议员。接下来我们请林东满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主席。大家好，早。好像今天。台上的这个我们这个官员哈、哦，除了社会处以外哈、哦，好像今天都是穿着新的服装哈、哦。你敢是配合新政府要上任啊，穿新的哈、哦，好像拢都换无。主席你有发现对无？拢有哈、哦，这样的亮了，这样是也是好事啊嘿，好事。那么来，我来就叫我们警察局哈、哦，局长啊，咱的成功分局也是局长哈。拄只咱徐员，今仔去抢头香吼，啊来问咱警察局吼，啊问了吼，啊局长，你拢派边仔的人迄个也做迄个湖边也好啦吼，还是迄个也做拢伫遐林地就近甲阮议员看管安尼吼，啊着拄只有咱的同事吼，啊着甲我叫去告诫吼，讲叫我手势也较悬安尼啦吼，但是嘛是爱讲啦嘿，好局长，局长你请坐哈，你请坐。谢谢。那么有关于我们这个警察哈、哦，在执行面的问题了哈、哦，当然，以往本席对我们警察的这些的工作哈、哦，都很少执行了哈、哦。历年来，我们感觉我们台东县的警察的同仁哈、哦，我们的这个辛劳了哈、哦。但是哈、哦，这个长这个最近了、啊、哈，最近张会长是今年上你上任来哈、哦，是不是你家高义？还是甲银主
我无安尼，我无表示讲进前咱两个分局长就甲阿爸，我毋是安尼讲啦吼。或是这样的话啦吼，那么我是感觉讲，咱最近咱的迄个成功辖区啦吼，那么其他分局我看应该也是多多少少啦吼。这新进的这都在咱徐员也所讲的吼，真的他们的执法的态度吼，真的有待改，有待改善啦吼。那么假如说强行的取缔，一直个猛开红单，像对徐员我照一个表吼。那红单的增加，公单的也做迄、那个，也做交通事故，也是迄个刑案的发生率降低，那或许无可厚非。其实无啊，吼、哦，我听分局长嘛是讲，哎，局长你伫迄个工作报告你讲话，哎，最近的是迄个做一寡迄交通事故拢有增加嘛，吼、哦，但是增加啊，红单嘛你增加，红单嘛你迄增加。一周我来说明一下哈、哎，我们一月份到三月份之间哈。第一季当中，尤其是一月份到二月份，刚好这个我们春节，就是说农历以后，我们发突然间我们的辖区啦，突然这个 A1 事故是增加的情形，包括我们成功当然也增加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台东还是台东最多啦。那我们一再说，道安汇报刚好在上个月也来视导我们整个前线的道安汇报的状况、执行的状况。那我们一直在说，第一个，我们推广的交通安全教育从小做起，以劝导、先导为主。那至于说我们干道上面，刚才我就我们少数的同仁哈态度问题我们会来解决。局长好 ，OK， 好。那么杜家你讲是重点，我们以劝导为主，以劝导为主，那不是为着咩？那是为着劝导为主，那当用劝导而来让我们的各方面的刑案。治安、交通能够改善，那是咱的目标嘛，对不对？好像最近我们在严谨在执勤的这个当中，好像说以业绩为导向，为了要开单，绝对有这样的倾向，最起码本席的这个感觉啦哈。这不是讲跟他凭空，他们在跟你讲哦，我讲实力就好哦。最近来啊，已经一年多来了啦。进前就要讲啊啦，我想讲吼，再观察下看看，咱执法有没有过当？是安怎？咱一个酒驾好，酒驾绝对要取缔，要严格取缔。但取缔的方式不是这样啊。咱的龙岩工业又到咱的社区，我一直讲吼，我们要执法，搞不好你社区又到社区来讲哦，是不是我们的司法不是合法性？咱到社区会当家开红单无？这个是值得要探讨。你今天来讲吼，在执勤的当中，你跟他拦截，他逃逸，都当然遐狱啊，对不对？他又不是现行犯，又不是通缉犯，哦，他看到，当然了、啊，有一些车子，他看到我们警察在那边拦截，一看到咱，人伊就挖到遐小区入面，恁就随车工塞去狱。我伊捌跟你反映，私底下反映啦吼，一届两届。伊嘛是安尼叫，不但没有改善，而变本加厉。你讲那个情境来讲啦，吼，阮遐个人，东海岸、台十线以后，都是乡民，都是社区嘛。那不是要去因个园林做工课，就是要转因厝嘛。啊，看到你警察伫遐伫拦截，啊，我要转伊厝，你就赶叫。啊，叫来讲，你若讲叫啦，吼，当然啦，恁的理由是讲，我怀疑他酒驾。我要用，那情境来讲，按用在社区内，万一若发生代志的问题呢？社区的是诶路拢个路较细条，拢一挂老年人伫遐哩，万一若个诶找迄个也做迄出问题呢？所以讲吼，我就讲心态问题，无唔对。即摆伊拢安尼知影无？伊拢个看到这台车熟悉，即拢逐次甲拢有伫啉酒的，若看到伊的车牌，就真拢阿用。所以讲吼，造成到阮甲恁反映，私底下反映，恁拢无改善。我甲迄局长、分局长，特别咱新港线吼，刁工要创治咱迄个咱的警员。今日我无啉酒，刁工塞去互你看，啊看到你就对，真正局，到尾结果入去无啉酒啊，是毋是安尼？所以讲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甲你讲，咱要讲什么人？今日去就是讲，咱家己的警察同仁，
书底也甲我讲，伊做你嘛讲一下，什么讲？阮桥对面嘛讲叫阮着爱去叫车，小会看，安尼是毋是顶官有迄交代？啊，无来讲，伊本身桥对面，啊，对方，对方，你甲讲，你讲到嫌疑犯是迄迄着迄开车，恁叫伊桥学对面去叫车。啊！若万一若出代志来讲，啥物负责？这就是咱家己吼环境的无奈啦。方玉座这边说明一下，有关追车的部分哦，追踪稽查的部分哦，我们警政署有律定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刑事犯，第二个是重大的案犯，像犯抢夺的部分；第三个是通缉犯。如果我们在警局长以及各级长官都有教导指导，应务必依照这个规则规定啊来办理。如果是说有议员所指的相关的状况，我们会来做一个清查，会来做一个教育跟检讨改善。所以讲吼，局长，我即摆我唔是讲苛责，我唔是讲苛责，那我讲一实例，我讲一实例，所以我一直讲吼，恁绝对是为着要开红单，要求折扣，绝对有这个些心态。乡下一个无照驾驶的小孩子。一个无照的小孩子，在街上给他开无照，在街上给他开无照，那么可能小孩子叫做记签嘛，啊，记签你都也嘛是有效啊，竟然甲开红单哦，无照驾驶伊甲开红单，伊无甲签，无甲签就转去就好嘛吼，伊佫甲带转去到因家，伫因阿公因阿嬷的面头前，伫因家哦。搁个开一个无戴安全帽，安尼是甚物黑心态？哪怕以我有志，敢一定要做到安尼吗？是毋是安尼？对不？那么经过，伊嘛相对较灵通。经过地方甲阮反映了后，咱的警察同仁就来阮家甲我解释，讲因为是伊无照驾驶，啊，我们认为说他无照，所以哦，可能他骑车会比较吼，技术下较歹啦，吼，惊伊安全问题，所以讲，阮就甲保护转去教因处。哦，我唔知影今仔当然吼，遐人啊认住呢。我讲啊，今仔伊若是无照驾驶，若是伫外县市，恁就甲对转到外县市。骗电话者，敢是安尼？我讲即款话我听袂落，对不对？违法绝对要取缔，那是当然啦。但是我一直讲态度的问题啦，吼，唔好讲吼，互老百姓观感。我来甲伊管干，吼、哦！我讲吼，阮毋是讲吼，阮议员去讲无，阮就诶，阮就发，就好像说，这情绪化。啊，讲啊实咧，恁警察人员目前啊吼，阮当诶，阮当然安怎我毋知啦。若讲伊讲吼，只有毋捌一家讲迄讲有诶啦，只个毋捌一家迄讲有诶啦。吼、哦，讲开拢恁诶，讲开拢恁诶立场规大堆啦，啊，阮拢无立场，但也没有关系啦。哦，您的依法办事嘛，所以我才在讲话分享。哦，局长，拄只阮所讲的，迄是实实在在，哦，实实在在的情形。哦，啊，您若要听，您就听。哦，您若要听，您您就听。到时若是无法度的话来讲，吼，哦，我们就大家看着办嘛，是不是安尼？好、哦，局长。想谢谢我们议员刚才的一个指导指正，哈。那我想，我们都说是大前提，就是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啦。那至于说个案的部分哈，有一些应对啦、执行态度啦等等啊，我想这个案好少数的同仁，我们不能说一竿子打所有的同仁。我们不会的，但是局长，我这做过，我是用个案哈，个案是报，但是个案你若无去注意，也变通案。对，就是说个案不好，我们会来作为我们的案例哈，来加强我们同仁的一个这种认知哈。那至于说，我们也尽量避免，除了刚才三项原则之外，我们尽量避免去追，因为容易发生车祸。我们也是叮咛同仁说，如果真的他规避我们路检的时间之后，规避给我们跑掉，我们有照相照起来，我们给他这样就可以了。我想也是，除非说他是有通报的重要的案件的一个追逃逸的车辆，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循这个线啊去找是不是有涉嫌肇事逃逸的等等。我想这部分我们会秉持这个理念哈、哦，来做好各项的一个。阮庄家人吼，庄家人吼，伊若是住伫顶悬，路顶都是因的园，伫路脚，啊，经过台十一线，
啊，看到恁家局，这不能我未来要求说尽量哈、哦，我们如果说规避的拦截啊，那我想我们有照相嘛，或者有摄录笔啊，我们尽量以这种科技的东西来做。你若讲到拦截，伊若唔停，当然恁家局啊，那唔是啊，看到恁遐拦截，人就我就边啊给恁家局。但是也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哦，大前提都是为了我们的整个。我听啦，即我听局长，我听足济啦。阮就为着安怎安全问题，其实我讲啦，那阮甲安尼个登记甲观察开吼，拢是为着要开单啦。这点吼，局长、高副局长，您等下你啊好好啊，甲细数个看卖。我们会来检讨，但是还是原则上就是说，刚才预做的个案的这个，包括我们洗衣院所提供的这个个案部分啦，我们来深切检讨之外，其他的我们都是同仁啊，还是尽量哦，朝着一个比较正向的去执行哈。那我想我们。无疑就是要为了大家。我们刚讲是说少部分的原则、啊，少数的执行面的偏差啊。对。我们提供答案，我还是肯定大家啊。好，谢谢易座，是、哦、是，好不好？好，谢谢，我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主席。好，我们现在继续。不过局长，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在很多地方哦。虽然您是以降低交通事故啊为这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感觉还是有一点感觉，让我们觉得您是以业绩为导向啊、哦，不然这些年轻的警员带着钢盔往前冲的力量，不晓得是什么哈、哦。好，我们下一位登记质询的是田时雄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好，谢谢主席。期间我来请咱。啊，现在给我让王局长哈、哦，因为直接首先要来恭喜一下哈，伊耳边有听到，你敢若要去升官啦哈、哦，但是我一向伫咱建界内底，我都很尊重，哦，但是即摆今仔日那遐，以我知影今仔个唔是干那这两三个，可能大众对咱建设局有意见哈。哦当然，这人是足歹管的吼。那么，咱即卖行政人员，现出是咱是民主社会，吼、哦，一直咧进步一个社会啦，吼、哦。拢讲法化，而且即所做的工课，出来拢伫媒体内底，你像尤其是台北市、台东县还好，吼、哦，台南市内底。敢那也跟咱是较属咱偏远一个关系吼，台东县还好。你看伫台北市内底，你看得到电视，真正有通写吼。你讲民意代表，你管台你说什么，那你无做民意代表，你上面去啦，吼、哦。但是这款情人，咱台东嘛介济。我个人当这个议员，因为我这体较细吼，看得较无。迄办啦，较无遐好。我前年捌叫请几落摆。我阁有穿这呢，这啊，应该伊目睭嘛无警，因要去考警察，应该这目睭的眼力应该嘛袂歹啊。即个头拄仔咱像咱林议员伊所讲，这一种尊重，因为我伫。十几年来我也一直在讲，民意代表，不是讲阮去办代志办无，哦，啊是讲无咱方便，咱就来讲。我今日创造，今日就是讲局长，你已经差不多离开咱台东啊，啊所以讲一个问题吼，因为咱即摆新政府开始特别执政啊，哦，啊像即款问题有当来，有时啊，你到中央区的时阵。应该要有一个建议，人毕竟都是人，人不是精神嘛，哦，那你讲，讲一派听，我今日直接跟你直接吃饭，明仔载咧吐你的尻川血，这无可能嘛，吼、哦，啊，所以今日，因为咱即马，咱咧所讲就是，咱这新进的伊嘛，就是伊学历嘛无同，吼、哦，伊环境嘛无同。他的执法力也不一样，反正我就是唔对，我就是要处理，哦，所以这像他说那十一人讲，没有情理法，没有。我相信咱在座这中官的家，
拢要一个迄个感情，起码大家拢熟悉嘛吼，莫讲你做警察，我做普通的百姓。真正你有阵时要办案的时阵，是百姓较厉害。我直接我要带咱叫你讲一下吼，讲咱丰田巡守队，迄伫我的手内底，才创造出来。当时迄个，嘛是王市长。当时迄个成立时，伊过去到现场，阮丰田巡守队到即个位置，伫阮大丰田地区内底治安非常好。真正开家己的钱，啊，毋是去做事人，真正按一四过去咧巡逻。阮为的是为着啥？为着这庄头内底平安，很简单嘛，吼，你想。目前这款社会，真正你兄弟伫路边用拍死，你都唔敢我去食。但是，咱若有一个巡守队伫啊，做人练得足紧，你像阮遐，因拢家己买无线电，啥物代志随口拢做规招到位。阮路无个外道尾，阮都无咧惊啦。砖头团结，哦，啊像咱电单嘛是同款安尼。而且我是要建议咱局长吼，真正咧开会时阵吼，当然，即摆所看到所显示出来，拢是咱的考绩为重，奖励上好，条件上好，真正是条件上好。这有当这是真正不应该。今日我讲你听，你毋知爱相信无？如果我工人就去到我厝内底。我想，那我我都突然那是随机来，我随撞出来，伊看到我，啪，变来浪啊！所以像阮前门皆不应该。你像阮迄砖卡路，足侪砖卡路个，迄种拢是咱迄个动物区内底吼，迄落路，伊去里面伊嘛正拄在出去建材哩炸。看伊什么弄落安尼等伊，半工单脚去到遐，嘛是去遐开啊。这案子非常多，非常多啦。哦，所以今仔我讲的关键就是，我唔是讲怪咱警察，是讲咱我们在执行的时候，真正吼、哦、那个，稍微拿捏一下啦。哦，叫恁执法人员讲，叫恁讲真正卖去起，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咧为着咱整个社会治安嘛。但是，你的态度顶端，甲处理方式真正要改进。就等于我安尼讲，你唔知有认同无？谢谢易座刚才的一个信勉哈。我想我们分两部分啊。第一个，我要感谢我们台东县我们各村里的守望相助队、巡守队啊，平时啊或是夜间来协助我们警方维持地方治安和交通。那第二个就是说，针对个案的部分哈，我想有类似这种情形啊，我们希望我们。分级啊，能够给予导正啊，我们避免这样发生类似这种情形发生。我们重点是在干道上面容易肇事的路段，比如说我们外围的中心路段，我们发现这条路段是我们发生最危险、发生最多的路段，而我们就针对这一部分啊来加强巡逻。至于这社区巷弄里面啊，我们透过我们的不管社区的治安会啊，我们来提醒我们的社区的居民，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安全。平时也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令啊，我想我们有关交通违规的违规部分啊，我们不分彼此哈、哦，不分都市，不分乡下，大家能够彼此哈、哦、互相注意自己的交通啊，我想这个还是重点哦。所以刚才有很多个案的部分啊，还是要回归，就是说平时我们要加强配合我们道安汇报的新闻，我们新闻室啊，我们交通队啊，加强的宣导之外啦、啊，那一方面呢、啊，我们在容易肇事的路段，我强调我们肇事路段啊，都有平时都有分析，以这为主啦、啊。至于这个巷弄部分啊，我们透过社区啊、居民啊或村里长啊，这次我特别请我们各分局针对那个各村长啊，能够加强联系啊，也他们拜托一起大家能够共同来呼吁我们相关的遵守交通。像我们今年跟去年，我们今年的酒驾发生交通事故是零哦，没有因为发生酒后驾车而发生 A1 的事故。这是我们是比较心安的。去年跟前年，我们也是因为这种成效了，就是说没有发生酒驾的案件啊，今年到目前是
酒驾案件没有因为发生而往生的，这我们比较欣慰的。所以说，当然有一些执法面啊，我们也不是追求绩效，说实在，这个到底有没有成正比啊？我们也是在观察。所以说，刚才今天一桌有几位给我们提醒之后啊，我们会顺便来检讨之外，我们要观测啊，也是要提醒。所以说，少数个案同仁啊，我们会了解之后啊，我们请督察科啊，大家能够彼此沟通啊，在法理情的兼顾之下，能够予以跟民众能够相互来沟通，我想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好嘛，感谢咱局长的用心啦，吼。还有一点吼，我是感觉这嘛是咱的尊严的问题。我身为中华民国的元警，我本来我要查，我要抓违规，我要抓超速。明目张胆，我就徛伫大路边，你过来烦我，我就已经无放你嘛，吼、哦。我一点我是感觉，阮局长，这有当时啊，可能就是恁嘛是爱甲你检讨一下。咱无需要去面对挖角啦，吼、哦，啊，无你对去那种，诶，咱做警察的是是有尊严的咧，无我伫服装穿的是有尊严的，咱何必去做偷摸的工课？我安尼讲，咱所有长官，你是不是有认同？咱无需要去做迄个工作安尼嘛。第一，顺家己的威风嘛。第二，足简单嘞。所有的百姓看到警察向出来，还是讲向底翕相嘞，全去撮一条啦。迄万不会发生代志，你毋是心肝毋是足艰苦的。哦，所以我伫遮是要建议讲，咱着就真正即款工作。唔好在你，在你，在你做偷偷摸摸的工作啦。咱本来就爱明目张胆啦，哎，咱是警察呢，咱对咱人民多是咪啥？咪多咪输了惊你是嘞？是不是安尼？吼、哦，叫你拍摄啦，吼、哦，但叫你请一下你建议，但你建议你请坐哈、哦。好，谢谢主席。好，谢谢田议员。我们接下来请黄瑞华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主席，也谢谢所有在座的官员各位议员同仁大家好。首先我要请教我们教育处处长哈，刘处长辛苦了。近几年来，我们台东境内有几所学校来产校的。我们今年预定在8月1号哈、啊，会裁掉坎顶国小的红石分校。好，裁校之后闲置的校舍空间，我们教育处这边是不是有如何的规划？是跟议员报告哈、啊。好、啊，红石分校在8月1号废校之后哈、啊，我们就会把这所学校变成我们台东县的面山学校的训练基地。谢谢你。再请教我们池塘乡湾安国小振兴分校是不是有采校的计划？跟议员报告，确实是有。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尊重当地居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本席在这里建议哈，振兴分校如果采校之后，所有的旧有的校舍是不是能移拨给我们池塘乡公所来管理使用？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拟定一个自治的这个法规哈，就是针对裁并校之后的校舍空间的一个使用，那其中里面就有包含了借用的这个部分。池上哈，池上197县道哈，很多的游客，所以池上乡公所也有构想，如果取得我们振兴分校的这个校舍的使用权，将来他会再成立一个游客服务中心，还有农民研习教育的中心，另外还会推广一些在地的农特产品的也好，还有在地人文的东西也可以。我想这方面处长你的看法如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哈。那报告议员，我们也会把它列入记录。那在到振兴分校去做说明会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当地的居民做这样的一个沟通。采校之后哈，所有的校舍哈，所有校舍，
如果你不管理不使用的话，任其荒废，那整个的这个建筑物的结构哈，都是很容易坏掉，尤其是更能制造哈啊这个治安的死角。那么治安的死角，又要辛苦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看这方面你要多用心一点。是，谢谢议员。好，好，请坐。我想啊，再一次的来，请教我们警察局哈，我们的局长，局长还有各位警察同仁哈，你们为了治安的付出，我都蛮肯定的哈。在此啊，私底下我有曾经向我们关山分局哈，我们陈分局长哈，陈分局长也有反映过，不过那时候关山分局，我针对的是我们台东县所有的分局。许多民众在反映哈，我们的警车，在夜间巡逻的时候，那么在慢车道慢行，车顶上啊的红蓝强光哈很刺眼，啊，民众开在我们警车的后面，会影响啊他的视线，而且啊看不清哈前面的车道，那么蛮危险的。那有关这个啊警示灯的部分哈。是不是我要请教啊，局长你的看法如何？谢谢议员对于我们巡视巡逻车新进的所装设的这些蓝红灯的那个灯光哈，确实议员我也非常尊崇你的观察力哈，确实真的很刺眼。那我想那天一周跟我提醒之后啊，我们也请交通队啊，或是后勤科啊，针对我们的新型的巡逻车啊所配置的这些。蓝灯红灯的警示灯啊来予以改善。那我想对于后面的行车的驾驶朋友啊确实造成一种视野的障碍啊非常危险。那我这部呢我们会来马上啊来寻求相关的一改善的措施啊，是比如说用一个遮布或者是调，但如果可以调我们改成调比较稍微第三段的部分啊，它有分三段我们来调一下。那我就会通报在我们交通队以及各个分局的勤务中心啊，随时叮咛我们同仁啊，启用第三段就可以了，啊，或者是说我们另外用遮蔽的方式啊，像我们在其他县市服务的时候是用遮蔽的方式啊，后面的避免后面的行车啊，驾驶朋友啊有一点视力啊造成影响，这一点非常谢谢一座的一个一般的民众哈，一般民众开车哈很怕警察，比怕老婆还怕。因为看到警车在前面哈，都不敢超车，所以在啊背后哈跟着我们的警车巡逻车哈，是真的很危险。所以在这部分哈，请我们局长哈啊，是不是把所有会有强光的这个警示灯哈作为改善？是，谢谢议员，谢谢议员。另外啊，不管是台九线、台十一线，或者是啊南回线，那啊为了提高我们夜间这个交通的安全哈，本席啊在此建议，是不是我们局长哈啊能跟我们前者单位来做个会商，把我们公路啊两侧的路树哈加设我们夜光的哈反光片，那么反光片哈加设之后也不影响我们树木的这个啊生长。但是它却可以大大的啊增加我们夜间行车的安全性。我想，那局长你是不是啊？能你的看法如何？谢谢议员对于我们台九线，尤其是关山纵谷线这一条台九线的部分啊，确实很多路树啊造成哈、夜间行走都是黑漆漆的。那这个建议啊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准备在这个月的道路汇报啊，我们来提议哈。给我们公务单位啊，赶快以这个最经济的方式啊，在这个路树上面哈、能够用反光片啊来显示提醒我们用车，我想这个非常利益非常良善啊，我们会马上透过道路汇报来协调。是啊，请局长哈啊尽快的跟相关前置的单位哈、来会商，如果可行性的话哈、我们就马上啊加设夜间的这个反光片。是，谢谢议员，谢谢。好，谢谢局长哈，那我的咨询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黄瑞华议员。接下来我们请林参田令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那个警察局长，哪台车开着好？那个刑警队长，哎，你好，两位好。啊，你也无跟我讲好。哎，议员好。议员好。我请教，恁两位，啊，伫台东的治安算一个真重要的角色。请问你，恁有信用吗？局长有没有信仰？有没有什么任何宗教信仰比较有色彩的？都每一个宗教都我们都。那你个人？平时当然家里有拜拜了。哦，拜拜，拜拜就是佛教啊，不道教嘛，哈。是。那那大队长呢？哎，我有。哦哈，哪一方面的宗教信仰？哎，我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是。感谢你哈。还是。最近啊，我发觉警方在这几年来对重大刑案的掌握相当的良好，这是我个人长期对在基层在对你们重大治安的表现事实上都掌握非常的明了。但就台东在整体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经济市场的环境里面，对犯罪的手法现在都在改变。那么我们在比较典型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社会瞩目的焦点，就是说有关你台东大学的大学生被枪掳走这个事件，警察局长你应该相当了解。那就当天我在看整个一个很气氛的氛围是相当的危急，因为歹徒都是在一念之间会造成警方跟百姓跟无辜的人民会受重大的伤害。那一天你们的部件我也在现场，我在看你们对于所有的人员的调动都非常的迅速。我们在这里除了要感谢所有的警务人员的认真努力，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所展现的那种毅力跟魄力，那还有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两个角色，第一个就是我们台东的市长张国洲，第二个就是本会的同事陈之峰议员，穿梭其中与歹徒对话。你要知道在那一刹那当中要跟歹徒对话，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团队能促成今天的治安的和谐，打击犯罪才降到零伤害了。这个时候零伤害 是有点夸张，但是降低了。那个大队长，当天你的进进出出我非常的了解，在整个台东的一个治安史上，最近我们台东有两位的高阶警官，一个许建坤大队长，包括你是不是有去受一个比较特殊的训练，就是与歹徒对话的这种训练，是不是？对，因为去年大寮监狱有发生那个假死案件，报道，所以说你有去受这款训吗？我们有受训。你是你这边警方有证照的，那个证照，那个局长要给他颁奖一下。我们叫丁贵，署长都有颁奖。有颁的，颁什么奖？颁发这个奖励金呐、啊。奖励金是什么款奖？无听颁奖警察同仁打趣一下。有这个案子，我们在警政署署汇报的时候，我们署长特别针对这个个案部分呐、啊，给我们表扬，我们也非常好，特别细说。那一般我所了解，任何宗教都要尊重，尤其我们的警务人员、警察人员都是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统了，社会传统了。拢是拜什么神？警察，一般通称是关公。是啊，关公嘛，我不反对宗教，我再强调。那个燕队长，是对的。你对这边假使人质的过程，你是要谈判，你他也听得懂了哈？是，可以吗？听得懂。可以哈。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事先祷告？情况急迫，没有祷告。先去现场了，是。哦。那个殷公事把那个图画画像拿出来做参考了。殷公事拜托一下。这样大家注意看这张啊。基督教的什么论坛报，这什么报我不知道。那个局长稍微看一下。这个女人你认识吗？这个欧桑你认识吗？县长夫人。哦。那个队长你认识吗？看一下。我认识。他这个报道啊，说警察以后啊要协助重大治安都要先祷告，你认为呢局长？
我想我们每一个在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尤其是当时那个案子啊，我们感谢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透过亲情包括友情，我们感谢张市长还有我们陈议员等多位的给我们鼓励了哈，而且透过夜间的时候给他软化，当然有一多过程。这就是一个警方吼咧办案的过程，迄是足危险的啦。即我昨下早我今下向警员甲你讲啦，我勤勉所有的警务人员，如果用怪力乱神来让神祷告就可以歹徒他就不会激发子弹。大队长，你认为呢？有可能吗？我认为信仰是非常主观的。对对对对。而且这篇文章，也是在基督教论坛报发布的。对，所以那会不会打击警方的士气？你认为呢？我觉得不会，因为现场哈，我们那警察局长，你认为呢？这篇我没有看到，但是每一个那个再给他换一下，拜托一下。啊，议员，我说明一下哈，因为虽然我是信仰，我有信仰，我常常贴上，我们现场常常上教会了。对对对，我们现场的许建坤，还有我们局长，还有很多都不一定是信仰基督，那他们的家人也在为我们同仁在祷告。好了，你请回答，你认为啦？大队长，大队长，我不是跟你争议了，我尊重信仰了。是，我局长，你看一下。警方在办案假死人质的那一刹那，那么他用这种信仰在那边说，他这样手只要一举起来发光发亮，歹徒就不会激发子弹了呢。局长，你想有可能吗？搞定，讲话了，笑较轻松了。我想这一部分一做，我想我们都每一个人哈，对于的信念，那叫信念了哈。我这里是训练，我们宗教也是一种信念了。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很平安落幕，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祷告是让一个人更冷静，尤其在面对那种歹徒，你们会很冷静，你们就有思考去判断。但是祷告也是一种，对，这是一种方式嘛。但是今天你在报纸把它扭曲了，这个案子是因为有祷告，所以歹徒他不会激发子弹，就怪力乱神了。这天要发布新闻稿呢，搞定，要捍卫我们整体的警察他们的心。的努力啊，不是靠祷告而来的绩效呢，来打击犯罪呢，这个有一点误导社会的一个形象。任何宗教我拢尊重，郑杰为什么他不举起手来呢？郑杰这个案子，赶快叫他祷告，请他祷告，错了。打击犯罪啊，并不是很重要，要预防犯罪才是重要，我知道。咱警察认真，敢咧伫遐拼生拼死，伊一支手举起尔，公路拢收伊。两位请坐。谢谢议员。那个交通队长，我最近伫民间采访哈，有看到真侪甲交通的问题，拢你拢一一有去甲咨询哈，真侪百姓对你的赞美拢真好。好啦，有人支持。那么咱交通是真人爱维护啦，咱认真努力去做就好。我相信。台东是一个宜居城市，只要大家的努力，没有良好的治安，就没有经济。这是确定的，来请坐。谢谢。那个社会处长，咱办个轻松哈，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凝聚共识，对弱势的就尽量去关怀，因为社会是不可能，永远是不可能公平的，但也有很多角落是看不到的。我希望你要勤勉，你们所有的社工，那个科长来切一下。多多鼓励社工，让他们在参与这个社会，感觉是温暖的。只要做到这一点，我相信社会就自然和谐。也谢谢议员的鼓励了。台东是一个偏乡，那很多因为有客观的因素，家庭问题、就业问题、老人问题，那在偏乡里面的这些问题，我希望你们再深入了解。你要教导社工，第一个。态度良善，第二个一定要热情热忱，我相信这个社会就和谐。我去勉我们的社会处在整个弱势的领域能够得到人民的掌声，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好，那个把社工把他们多多鼓励。那就还没有结束几秒以前，处长，你对台东有什么期许？谢谢议员的指导了，我想我们社工真的也很辛苦了，那目前大概人力也不太够，目前编制上大概我们要有78位社工。我是不是也给你们少许的建议？
给社工人员多一点空间。社工人员辛苦，他们的人力非常的不足。就这一个区块，在下个年度的预算，你要提出你的建议，充实社工的员额，来多多保护我们这个社会弱势。每年都有在做。太简单了，求救了。那比例上已经不成比例。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叶指导，谢谢。好，谢谢林议员。我们接下来请陈志峰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首先我来请教咱的交通队长。怎啊？队长，我曾经捌跟你探讨过吼，这也是因为咱两个探讨，民众唔知啦。是。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咱两个经过咱两个对话，咱民众才会知啊。我民众要了解是讲，咱的拖吊，咱的拖吊车。是。伊执行伊的公务，这拢无唔对。不过民众即卖有一个疑问是讲，你要来执行拖吊，我想请教你啦哈，这个拖吊车啊，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驾照？大货车的牌。就你们警察局里面，它需要大货车的牌就可以。如果一般民众他们的有大货车的牌，也可以开那种车辆吗？对。这是借这个机会，予咱台南百姓知影讲，莫予因存有一种想法，讲伊是毋是有特殊驾照？伊若无特殊驾照，伊凭啥物来拖掉我的车？是啊。这予大家予台南民众知影讲，较袂产生误会。恁无特殊驾照，恁是凭啥物来甲我拖掉我的车？若是讲伊若是有，若是经过咱的规定讲。伊就属于有大卡车的牌，伊会当执行伊的公务，会当开这台车啦，开大卡车，借这机会啦，哈，是，来你请坐啦，好，谢谢。决定好，是议员，咱自顶年，咱入来袂少新的环境，拢总入来偌济？我们那个陆陆续续，安尼都几百了，这陆陆续续哈，我们增长情形，我们去年将近缺额是200个嘛，那今年到目前是缺额186个，所以说进进出出啊，有出去的，有进来的，我们大概多了十几个。就对我要知新的几百偌济？新的俩，就这就你进来，110位，112个，110。嘛，百一个啦吼。我要直接先向大家讲啦吼，并不是这百一个吼，因有啥物问题啦？法理情，在你们的角度上是法理情嘛？先讲法，讲理，再来讲情。毋过，台东地方民情无同，有当介济，尤其是咱的。针对咱的交通，拢会甲情分讲进程。毋过情分要讲进程，有抵触着法令的时阵，这便是完全的，伊当下拿捏啦。有些可说不可做了，有可做不可说了。这是当下拿捏。可是我要即摆要讲是讲，有些新的民警态度不是很好，态度。在他执行方面，伊无唔对，他是法站在前面，决定有关系。他是少数啦，不能说全部啦。咱台面，咱台当是古龙传社会啦，吼，难免啦，有啥物情形，会去讲到情分啦。至于会使，即咱台会咱也无必要讲啊，白会使袂使是伊当下自我拿捏。可是有些口气跟态度。会不一样，他当下他也不一样。就像我你想我跟你讲的，你应该知道，我是认为敢若讲，咱国派出所有介济咱一挂老环境嘛，相信讲老的带新的，这安尼轮流应该是也是一种，哪讲，这嘛是对本身种一种教育嘛，敢是？对。我想我们资深的在之前的
对于这个辖区的环境啊，也能够比较容易进入状况，然后对于我们地方的一些相关的有比较治安顾虑的地方，也能够很进入状况。我想这就是资深的比较有经验的、啊、来带这个新进的同仁啦、啊，这个是绝对这是你希望啊，因为资深的可以带新进的，如果是这样，是一团和气啊，甚至在你们各所也可以这样，你们办公很融洽啦、啊。有的新的无同啊，好、哦、新的完全无同啊。甚至于学长，这边你有吃酒哦，你后边若安尼，我给你教化哦，那是因学长。好、哦，你听有意思无？我知。下次我会去给你教化，在你们警察、你们警察内部，他都可以用这种心态，百姓是绝对逃不过。啊，百姓要逃得过，就是你得卖点酒，不要违法。我希望在你们内部，这个伦理上还是要做一点教育啦。谢谢，啊，我们会来加强。我都有讲过哦，伊他在执法上，他没有疏失，伊嘛无过错啊，是要兼顾到我们台东的民情啦、啊。哦，局长，我希望是安尼啦，莫讲什么连伊学长，我下次会告发你哦，最歹听啦。安尼，相信伊伫恁这个单位之后，当然学长伊嘛唔插伊啊。讲啊，坦白口气嘛无啦。哦，感谢呢，你请坐啦吼、哦。谢谢议员、哦，谢谢。那个教育局长，教授。您好。这一次的那个前中印，还有前大印是吗？是。你自己啊，你觉得这办这个活动，你觉得？给自己打分数，给你们团队打分数，打几分？报告议员，其实没客气啊，团队真的很尽心尽力了。尽心尽力也有九十分呢、啊，尽心尽力有这绝对有九十分以上、哦。在我认为啦哈，我是你们这个活动，我认为是要给您欧乐节，给您加喜节啦哈。我嘛看在眼内啦，对于咱教育处对办这两个活动，顶个要几年以来的用心嘛，哦，这无尤其这两个活动，佫带动咱地方的观光，啊，咱带动咱台东的经济效益，这拢是正面的啦，哦，我是先甲你欧罗啦，不过阿伯至于那个学校那个问题，我简单一点啦，解决了吗？校长问题，院子的是哪一所学校？还是讲那个报纸那么大篇，还是是跟议员报告哈。这个案子我们在前天哈已经召开了校长的成绩考核委员会，那这个最后的决定还要等到县长才核定之后就可以确定整个结果。那目前。原则上这个学校还是由他们的教导主任来代理。事情厘清了吗？事情基本上我们的行政调查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如果这有警政单位在这边呢，如果是说如果以报纸这样讲，那个是刑事案件的呢。如果说在你们教育处的另一方面的解决方式。所以说我才问你说厘清了，跟议员报告嘛。那天我不是跟你讲吗？应该，大佐，严大队长，挫伤跟刀伤是不一样的呢。好，大佐，还是破伤啊，是挫伤跟撕裂伤跟刀伤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就看刑法上是重伤害和轻伤害在做分别。对啊，那人家法令都出来了。应该，你哪怕就这个机会出来讲，他是挫伤啊，是撕裂伤，不是刀伤啊，不是刀伤。他不是刀伤。啊，对啊。是。啊，可是怎么？你请坐。刑法就伤害和重伤害，他有做一个区分，这样。谢谢，当中。因为借这个机会讲啊，虽然你不要，你卖一直代志甲砍掉，就这个机会讲嘛，讲当下是什么情形。虽然你不敢讲那么明，可是
至少不是外面记者在讲了什么，拿刀子怎样怎样。报告议员，这个可以肯定哦，那个校长夫人在眉头上的这个伤哈、哦，确定绝对不是刀伤。好，谢谢，时间也到了，谢谢议员，谢谢你，谢谢大会主席，谢谢。谢谢陈志峰议员，我们接下来请谢贤玉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好，我们主席，好，我们各局处的局处长，还有各科室的这个科长主管哈，大家早安。哎，社会处长，我想哦，应该给社会处一个掌声啦哈，因为。在这一次年初的时候，哈，有一些绿岛的这个一些低收入户啊，事实上是跟去年的审核没有一样，就是有盖谁无鬼，哦，啊，我也到处理去。事实上有一些是真的是很需要接受补助的，结果我不知道这个环节出在哪里，怎么会落差这么大？就比如说去年有，今年为什么没有？那我也直接跟贵处的同仁、承办的人讲，是不是应该去辅导一下，那个直接跳过乡公所哈，直接跟百姓哦辅导。那我也听到那百姓来跟我讲说，他接到公部门的电话，那他的说的一些，比如说他说的一些资料，他说他听不懂，那我们的。贵处的同仁就说：“啊，听无卖讲，电话就挂了。”啊，应该我在想是应该是一个误解了哈、哦。后来我就再跑到贵处去叫他说，叫你们的工作承办人员说，那就找当地的村里干事到他家去，然后再用电话跟村里干事讲，处长这个反映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并不是我们工作同仁或是说在哪里有叮当。事实上，有的低收入户，他直接面对咱公部门的时候，伊真正听无你咧讲的申请单的背面需要写什么啊？你缺什么资料？他真的不懂。哦，啊，我咧讲的这个后尾有鬼啦，哦，因为我嘛有甲处长讲，伊介可怜啊，伊就是因后生，就是伫七八年前，哎，差不多几十年前啊，在我家门口，他去撞到那个三角告示牌，弄人了。爱开闹啊！啊，起码他在复健当中，年轻人，啊，都伊咧带因后生尔。虽然伊阁有查某囝，阁有啥，爱厝嘛起了解好，不过咱袂当叫人讲这个社会救助的精神，你不能叫他说，因为他土地很多，他要卖土地来吃吧？哦，也不是说我今天可以土地割一块，割个十分之一卖，然后来吃饭，哦，处长，所以讲还是有。我是讲要让处长你甲我讲一下，我要厘清的是这样，因为很多低收入户他说乡公他去问乡公所啊，去年年少有，今年为什么没有？乡公所直接就跟他讲，这个是县政府的问题。我要替县政府讲一句话，你们要把它厘清，到底是送件的时候关键是在县府，我知道县府是审核没有错，到底关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处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或是处长你请承办的科室主管就好了啦。处长是，欸，八一，我先来说明了哈。绿岛其实它比较特殊的一个地区哈，那个过去就是那个公所的那个承办人他比较不熟悉这个业务，那所以我们也跟他做了一些辅导。哦，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换了很多那个哦那个。第一线的那个主办人，所以他对那个法令的运用他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们他会用了很多的那个法律用语，那确实会造成很多民众他真的听不懂也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把那个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把那一个公所的那个科长跟主办人都请来，啊，那我们也开了一个社政主管的一个联系会议，哦，那我们也特别拜托他们，就是跟民众沟通的时候，哦，那个法律用语，哦，尽量把它解释到民众能够听得懂的，哦，这种情况啦，哦，那不然你讲了很多其实民众还是听不懂，哦，他也听不太懂。那过去民众那过去会有几个特殊案例，是因为那一个
土地公告限制的调整，哦，就是因为目前整个内政部的政策，它需要把那个土地公告限制调成跟市价差不多，那就会造成有些低收入，因为他拥有不动产，他的土地，哦，因为公告限制调整以后，他会超过那个标准，所以变成他原来的条件都没变之下，造成土地公告限制的那个异动，他丧失的那一个低收入户的资格。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跟那个卫福部反映，然后我们李科长四月份的时候也去参加。其实哈，处长，我要很简单扼要的，就是要知道说，这一次有差不多跟我申诉的有八个还是十个了哈，那真正重新申诉到达到他那个低收的那个标准的哈，一个两个我不知道，所以我想处长说承办人员哦，礼拜一我再把这个问题哦，再请处长能够让我知道一下，好啊，哪一些地方环节在哪里？因为我去贵处的时候你也在场嘛，我实在不能让工作人员很大的压力哦，太大的压力，我就说你们再重新审核一次。我现在举一个例子了哈，这个是没有跟我申请的哈，他一家子哈，他那个八十几岁，比我爸爸还。他八十五六岁，骑着脚踏车在收水养猪了。他的家里他生的小孩都低能了哈、哦。妹妹牵着那个失明的哥哥，这样如果要去街上买东西，他是妹妹要牵着他。他本来是有，现在还是有低收，但是现在只剩下领四千多块了。啊，其实讲他也有土地嘛，那个祖先留下来的。啊，其实讲如果你去的话，你真的会替他掉把眼泪。啊，但是他就是四千多块，以前还勉强可以过活，啊，现在这个四千多块，他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他也申告无门，他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处理，他就是认为县政府或是乡公所就是以前的衙门，你知道吗？哦，就像要去见包青天，那么百姓一般还有乡下地方还有这样的形态，我是把社会救助的精神哦落实到让百姓能够。感受到说啊，这个政府的德政，这个政府在帮助我。至于有没有过，事实上你如果给他解释清楚的话，百姓不会这么怨声载道。哦，处长，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第一线是乡公所，当然我不能怪县府。可是我要厘清的就是说，到底问题是出在县府的审核严格，还是乡公所承办人员他真的不懂换人，还是怎么样？哦，所以我礼拜一可能会把这个问题哦，请处长帮我回去跟承办人员稍微调一下资料。到底有多少案件没过，然后怎么申复、哦、是不是在因为低收嘛，处长我知道低收，你比如说三个月十五个月后他有可以重新再提出申请嘛，他这个不是在年度的那个说年初就要申请，不是这样子的吧，他随时都可以申请，随时都可以申请的，所以我们随时都有补救的机会、哦、啊，这个比如说我当初会跟承办人员说，你跟乡公所联系或是直接跟百姓联系，你听听他的声音，听听他心里的话，或是甚至有人就去走访看看，下乡去走访，因为立岛比较特殊啦，立岛乡公所跟我们县府哦，毕竟有一段距离，可能隔着太平洋，哦，我不希望说乡公所的承办人员，他是因为他新来或新手，然后把这个社会福利搞坏掉，哦，是这样。处长，那个个案哦，我们救助科有派人去到绿岛，直接跟他做访视，好，哦，他也跟他做说明了。好，谢谢。好，那个细节部分等等，有空的时候再跟谢议员说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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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你请坐。好，那个教育处长，我们绿岛国小，你有同意他做一条跑道吗？哈。是。啊，完工了没有？报告议员哈，现在他们的计划书已经送来了。哎。那我们这个检查过之后发现哦，他们在预算里面有少编列了一个喷灌系统。好，那我们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植草哈，没有喷灌系统，都要靠人工，那将来在夏天的季节里面，或者在冬天雨水比较少的时候，其实那个草最后的养护会死掉。那个处长，这个就是有在进行，没有中断过了，从来没有。好，处长，谢谢你，你请坐哈。谢谢议员。那个国教科长，科长，咱今嘛有一些。我们现在在都市计划在通盘检讨嘛，啊，一些学校的议定地啦哈，那当然高中国立的那个我们不管，就国中国小的议定地啦哈，你也知道嘛哈，现在我们像我们有很多学校哦，比较尤其偏乡的学校学生一直少子化了，
事实上那个议定地一二十年，你应该知道吧？一二十年都没有有议定，但是没有给人家那个嘛，只是画在里边而已。你认为这个这样好吗？报告议员哈，这个事情是长久来的问题。那整个县政府建设处有在关心这件事情哈。好，这样子好不好，科长？我还听说什么，你们贵处有人说，虽然没有钱征收，还是要把它议定住。有这样的情况吗？应该没有吧？没有，没有。好，那我礼拜一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哈，请坐，谢谢。谢谢主席。谢谢玉议员。今天的时间因为开始质询的时候有一些些的耽搁，我们中场休息到10:50再进行下半场的单位质询。我们现在休息。我们继续开会。好，我们今天下半场第一位登记质询的是林三天林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当主席，谢谢处长。互相探讨啦，哈。你伫教育界内底，你感受到讲整体的教育，父母亲最担忧的是什么？父母亲担忧的应该是他的孩子，在未来的升学上面会不会遇到挫折？然后他会不会担心，他孩子的安全的问题？你提到学生的安全，这个包括校园霸凌，我感觉讲，囡仔咧读书过程内底，是大人上烦恼的这条。但是这个工作，你要去把它落实，免得哈，家长哈把孩子送到学校哈，心理上都忐忑不安。最近在台东有发生很多学生霸凌的问题。还有一些老师教孩子的彼此的沟通的问题都浮出台面。那么我希望讲，你那有一个专责的单位，有一个小组，不是讲这卡电话卡的塞来塞去，这拢不应该。啊，这抢救时间和黄金时间，那在第一个时间马上去介入。怎么介入呢？两造双方要坐下来好好协商沟通，不是一面去单一处罚一方，因为青少年的一个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做长辈的人就有责任哈，把这个争分啊降到最低，把伤害降到最低。因为你要了解哦，那霸凌哈，可以从小时候被霸凌。我常常是在政治被霸凌的。这江坚寿我们的同仁讲的，他说我常常在政治被霸凌。但是我虽然被霸凌，但是我还是很勇敢。但你要了解哦，囡仔伫好啦，去用霸凌，他的学习的态度哈就会完全转变。你认为呢？跟议员报告哈，其实应该说要先谢谢议员啊，在过去一段时间有几件案子啊，也是透过议员的帮忙，让双方家长哈能够有取得共识哈。教育没有那么难呐，就不太困难呐。像光明国小这个案件，那个老师认真，但是他的教学的方式也许没有办法得到家长的认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你们要赶紧介入，是做修饰调整。一个教育人员，他有心去教孩子，他很怕人家误解他，这他一辈子哈，他会觉得他心里会受创。那位老师实际上是非常认真的一位。当然我知啊，我知道啊。但是这种认真的方式，他跟家长有起冲突的时候，或是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有一个专责的处理小组，马上去介入沟通，啊，把这种教育哈，再重新在很一个懵懵懂懂的教育里面，我们要让家长、学校、学生三方面要配合，这个教育才会成功了。哦，好，谢谢。你一定要有安尼机构，唔好塞来塞去，迄袂通啦。哦，光明国小那个老师不好吗？其实好。家长好不好？家长关心嘛。教育跟家长跟老师这三方面要多多沟通，请坐。好，谢谢议员。卫生局长，那你好。等一下，你呢？副局长即马什么人代理？敢有啊？有副局长无？不是代理，是派任哦。哦，派任啊！顶边迄个张副局长安怎？退休。这个做人安怎？退休。这个做人好无？
社长，他跟我相处很好啊。很好啊，很好，想那无代无是判给你。无判给你退休了。啊，都判给你，伊调什么职务？做一个副局长的人，无代无是接伊接什么职务？你讲我大家听无要紧。我唔知呢。你唔知哦？卖假唔知啊啦，那个警察局长，好，拜托你一下。如果、啊、我们的刑大队长不听话，你就给他调去保民科。刑大大队长由我们刑事局来做人事安排。哦、啊，那交通队长你就给他调到保民科，不听话。我们都是才是守啊，这尊重嘛，公务人员的位阶哈、啊、是要受到尊重跟保护的。我警察局长，我警政署怎么规定派定，我就是在依法行政嘛，人事也要依法行政呢。一点乌手拉落尔，好，大家出来等呢。我相信警戒是没有这个问题了，起码会平掉，这是尊重了，请坐了，谢谢。局长，我讲话你听有意思无？你无听到？无啦，张英伊是有犯什么天条哟？做我一个副局长无代无事，是毋用调做基情，是毋是？是，这是事实无？你讲我的基情啊？卫生局是？是啊，啊无伊调去啥？我唔知呢。你唔知啊？局长，卖安尼啦！你已经坐这大位啊吼，你已经转换跑道啊！你对大庙来告这小庙已经解委屈啦，但是你也提出你的勇气啊！啊，你说变作唔勇气，唔敢讲出来，无必要安尼啦！我对你尊重你，真正你嘛要尊重这下底的人呢。做我一个副局长，无代无志，钓鱼做基层，含咧上局迄、那个。市建中科长，赶快调到那个国小啊，当一个小干事啊！你说这个轻而易看，这个在公务人员的生涯里面是一个非常打击，不尊重公务人员啊，唔安尼操作啦，政治的物件遐掌控吗？迄个我做袂落，我嘛唔敢安尼做，起码我跟你平调。人事一个因为有塞车的问题，我会说明给你理由，给你知道。无代无志，一个张英英好歹好坏，他也对台东的卫生也曾经贡献过啊，他也代理过局长呢，那是你的前辈呢，张英英啊。是的。啊，你的前辈，你唔要讲良心话，你也甲迄个黄先生讲，迄、那个黄副潜水，你也甲讲，做人唔好安尼。这个潜水也无简单啊，公务人员无欢喜就安尼甲你抬。可恶！你叫这些公务人员啊，一辈子为国家努力啊，情何以堪？大老婆他坐在一个藤椅在上面，他回忆他的公职生涯的时候，是一件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这样造成的。他一道命令，也许他很开心啊，但他一道命令，也许会让那个公务人员忧郁啊一辈子。咱人要共村主地位有做唔到代志。当唔当？无听话，无要含伊斗够多代志啊！林三刚都袂见，一个警察在办案，辛辛苦苦的，就假借怪力乱神来祷告什么？因为有那个夫人祷告啊，所以那个歹徒不会开枪哎、欸！怪力乱神啊，这无必要操作安尼啊，讲良心的话。许建坤当天队长，还有我们的大队长、刑大大队长，生死进出，我在现场，我都不讲，我戴个口罩，我看他们怎么这样冷静在办案，结果是成功的，表示他们平常的信念，有在面对歹徒的时候的谈判的一个技巧，心理的因素是怎么融合在那个很危急的一个当下，人咧认真努力，拢挂吊啊尾，手举起安尼呼呼叫都，对当安那边开，歹徒就放下了。刑大队长，你认为这个手一举起来一祷告，就不开枪了吗？你认为有可能吗？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局长说不可能哦，局长说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哦，这个要靠专业哦。对，信仰是很主观的。啊，对的，我现在跟你谈了，我知道当下讲这个话有点为难你了，因为那个是你的长官哈、哦，你也不允。去太多的琢磨跟批评了，这是你一向的人格，你就是这样很会做人哈、哦。
不会。这不偏不倚的哈，你请坐，我不为难你了，对吧？但是你唔敢讲话，我拢替您讲。林三江内面替您台东人，这优秀公务人员，我替您讲，唔见您听清楚，迄全国用途的手段，唔来对付公务人员了呢？有一天伊真正下台时，伊就知影，今日我是空。今天是520，他为什么不祈祷上帝，让他的药商回扣这一条能够尽快落幕呢？赶快祈祷吧。你等于刚刚建议无？跟太太建议，讲叫伊祈祷药商回扣这条难关会当脱得过，一定重启调查。家己已经犯罪啊，无检讨，我也讲无警员来抬，情何以堪？张英英，他是自愿退休的吗？局长，你讲良心话就好了。你问我这，我就无得跟你回答。所以你不了解部署，你怎么把医生搞好呢？对不对？我跟伊共事吼，共事你伊无介意，你所以你无啥介讲话。无，啊是关嘛，你足妥，我介意介好。啊，各位介好，你袂感觉可惜？人家是正直的公务人员哦，安尼去用台，不宜啦。我希望我们的那个卫生局各局长、科室科长，请保重，爱保重，唔免对黄的休息中，到尾下场有当啊，甲世间中医挂钩啊。这个国家的体制本来这样就搞坏掉了嘛。哦，局长，我等一下有时间，我再跟你探讨一个人性呐、啊。好，谢谢大会主席，谢谢，请坐、啊。谢谢。林参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林崇汉书记长发言，一样是十分钟。谢谢大主席。大家早安。本席想请教卫生局长。局长啊，林院长，那个本席想请教你哈，因为有很多的民宿业者跟本席反映哈，有一份公文在行政院疾病管制署，所谓的。一个民宿的卫生使用法规，在1996年4月13日发文的，好吧？本席想请教你，这个现在这个函在这里哈、哦，我们的这个简单讲就是旅馆业跟民宿业所持的卫生的检查标准是一样的吗？让你回答。在自治法里面是一样的。在这是，所以我们县里面有特别定的民宿管理办法，或者是卫生管理办法吗？营业卫生是。我这边先提醒你哈，局长，是这边卫生署疾病管制局所发文的这个营业卫生基准啊，有这份文了、啊、哈。那这份文就是说，这个基准所谓的这个营业卫生基准是不适用于民宿的，民宿是属于家庭副业。它的卫生规范必须依照《民宿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办理。那么就是本席跟许多业者所质疑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县哈卫生局所卫生所所营业这个营业的卫生管理这个稽查里面哈，它有稽查到这个民宿业者哈，就是所谓的民宿业者必须提供哈属于家庭用的，比如说。年轻男女或者成年男女啊，保险套啦、啊、润滑液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哈、啊，但是我们卫生局好像是一直用旧的版本来体检这个民宿业者哈、啊，那因为民宿业者是以家庭营业的模式来经营哈、啊，所以这个很多业者都反映说造成他们的困扰，那也就是说跟本席这边反映说这个法规哈、啊，这个法规我们卫生局是用旧的版本还是用新的版本在检核？局长还是科长能够解释一下，是旧的法规还是新的法规？可是他没有请我们的自治法的定义是提供不特定的住宿。对不起，我可以请。好，科长你回答，科长你回答。那个感谢议员的关心哈、啊，那机关署它是在我们的自治法是100年制定的，那机关署后面是一个参考，因为我们的自治条例里头，我们的定义就是提供不特定的人的住宿，我们都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那我们好，那好 ，OK， 科长这样你讲的也好，那以后这个东西检核的标准这一项，
如果不是民宿的，所规定的卫生规范，是不是可以拔掉？从检核表里面可以拔掉，那你用一个备注的方式，可以吗？ Okay. 可以这样用吗？这部跟议员报告哈，基本上我们是做辅导，因为我们台东县的艾滋的个案一直往上升。对吧？我现在本席的意思是说，看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检核表里面把这个不是属于光这个旅馆业者所规范的卫生规范这个条文给它拔掉嘛？因为它这个不是属于民宿的管理办法、卫生管理办法。那这个部分再跟演爸爸，我们三页的时候已经在修法，你要辅导，本席认同，但是不是作为强制他检核的标准项目之一？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听得懂意思吗？跟议员补充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的自治条例没有修的时候，我们没有执行有困难，所以我们三也已经在针对民宿的部分做修法。那如果因为现在还有法制课，我们三也已经修了。如果我们能够在疫情议员的支持下，我们是把这个民宿有做修正。好，科长，你先看一下这个检核的标准嘛哈，毕竟。旅馆业者跟民宿业者，他的检核标准是不一样，你再重新来检核一下，再用书面报告跟本席来回应，好吗？好，科长，科长，你请坐。我还有事情请教局长啊，局长，好啊。那个有业者也在反映哈，好像从105年4月陆续要办理，我们贵局要办理所谓的营业卫生管理人员讲习跟教育课程，有没有这个班？有哈，好像是从。这个各辖区卫生所将办理，从4月13开课到9月22，要开8堂课啊、哦。有很多民宿业者也是跟本席反映哈、哦。局长，你知道现在登记的民宿业者有几间吗？台东县将近1000。哦，对，你看你这个数目你也知道，多达快1000间。可是很多民宿业者希望他能够参加这个课程，是。可是有很多都没有办法报名，因为这个人数有限制嘛，哈、哦。所以我们卫生局也有规定说，民宿业者你们可以自己找地方啊，我们来找老师啊，哈。但是本席认为这个是一个，所谓合法辅导民宿业者能够参与这个教育跟讲习的课程啊。事实上，这个权责跟这个办理的这个，主导的单位还是要由卫生局来主导了。有没有可能去增加这个上课的时数跟上课的这个课程场次是吧？场次跟时数对不对？哎，对对对，这个班次可不可以增加？因为很多民宿也都很想参加，可是怕这个一规定出来，他没有办法参加，是好吗？目前包议员，我们目前知道说，其实开放很多场次，可是报名真的没有报名满，所以我们不能增加那么多场次。啊、其实我们一直现在是报名人数不足还是？对，是的。好，那我们就那既然有人反映，那我们就。至少我们达到告知的目的嘛，那如果你报不报名，你就不能怪我有没有开课了，好不好？局长，是，可以吗？是，可以。这个您关心一下嘛。是，好。局长请坐。好，谢谢。任锡祥，请教教育处长。院长，是吧？我本席跟你一样，都出身教育界啊。在99年全中印，本席也参加过全中印的工作，一直到现在105的全中印啊。处长，你应该是去年8月才。上任了哈，是，对于这么短促的时间哈，真的外面的人、外行的人可能认为它很简单了，但是事实上它牵扯到的因素很多，包括经费的筹措啦，包括人员场馆的调置，本席还是很肯定你这一次全中印办理的这个状况哈，尤其是这个该奖励的部分呢，人员我们还想我是要请处长能够多多奖励我们。教育处的同仁或者是协办同仁，好吧。好，谢谢议员。还有，我想请教你哈，这个从本席从教育界到现在哈，一直到当选议员，我们台东县政府所有局处室里面呢，本席常发现教育处里面呢是最喜欢写黑函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教育处的文化还是怎样啊？这以前我说读书的就是这样啊。这个写黑函又很奇怪呀，又不具名。不管他讲谁一样，讲这边的校长，讲这边的老师，讲谁，这个黑函，我要请教处长，处长，教育处长，你是带领所有台东县教育界的标杆，你告诉我，如果碰到这种教育局的黑函，尤其是涉及人身攻击的，处长你怎么去处理？跟议员报告哈，真的不瞒您说啊，我8月1号到任之后，到目前为止啊，真的感受到我们台东县这个教育界啊，黑函文化的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不太恰当。那对我来讲，
我认为我们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应该要把他的时间放在于推动教育工作上，所以基本上从八月一号到现在为止，我对于黑函是不理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黑函如果他能够具名，那他要检举至少要让我知道我们查查之后要如何去回复他，可是他完全都没有，然后有一些用词语句都很情绪性哦。那对于这样的黑函，我觉得我的立场是不理会的。本席再次要求处长你，本席在十七届议员的时候就要求郑峰处长跟当时的处长，要针对这个黑函的文化要加以的杜绝，尤其是教育处身为第一个教育的大处，如果有人用黑函不具名或不用真实身份来检举所有教育人员，这个是另外的打击士气的其中一个因素了哈。处长，你一定要坚守原则，对不具名的检举函，你一定要先过滤好，不要一开始就这个很大规模、很大的动作的处理。这个处长你要答应我哈。是，报告议员，这个我绝对做得到。好，那刚才又回过来哈，黑函的文化其实是。本席想提过是中国以前古代的一个，一到现在历代的时候一个文化，就是感到这个是官僚的体制，所以我没有办法从正式的这个申诉的管道能够纠举一些人的过失，所以这个东西哈、啊，我们也要看到见微知著的这个功能啊。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着隐含着一些纠举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是提到丰原国小校长就是一个例子。好，我们直接提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哈。但是有很多教育界的校长跟主任还是存在这些品德上或者师德上的问题。这个处长你要就要见微知著啦，对不对？是。所以我是说不，我们不提倡黑函的文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个检验的标准，自己家检验的标准。你懂我意思吗？知道。好，处长，那我们希望你好好的这个处理刚才本席所讲的话哈。好，谢谢处长，谢谢大会主席。谢谢林议员，我们接下来请吴秀华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啊、大家午安啊、首先我还是要请教我们教育处长啊，处长请起啊。你好。自从你上任以来哦，我知道您在推动的这个大纲就是叫做培育新世代的公民。是。所以呢，在教育处你定出了四个领纲，十四项的策略，包括了五十多项的这个细则在推动了啊、哦。是。那我也真的感受到你自从去年八月到任之后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哦，已经整个教育处确实有些不一样哦，发条已经开始上紧了啦啊、哦。那就像刚刚林议员提到的，我们从这次的这个全中运的办理就可以看得出来，处长您是非常用心的，那整个教育界也真的动了起来。那在这里我还听说有一些比较不认真的校长现在看到你会害怕会心虚了哈，其实这个也不是不好，我觉得还是要给你肯定，表示你们整个教育处真的动了起来，在这里要给你相当的鼓励跟肯定了哈。那当然前不久发生的这个丰原国小这个事件呢，我想非常多的民意代表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啊，包括刚才我在一个公祭场合碰到我们当地的里长，他还一直拜托我说，希望教育处目前的处置的状况，可以让他们的学生家长稍微了解一下，是不是？我想请这个处长也可以简单的做个说明，好不好？是，报告议员哈，现在目前的处理的进度啊，是前天。召开了校长的成绩考核委员会，是，那也做出了决议，因为目前县长还没有批核，所以我还不方便去公布这个最后的决定的结果。是，那现在是由、现在是由教导主任代理。教导主任代理。是。好的，那我相信你们这个处理的，希望你们这个处理的状况，可能也要知会一下家长会，让全部的家长啊、当地的居民可以了解一下啊。那当然，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因素啦，不能因为单一的这个校长的事件啊，我们就以偏概全了、觉得我们的教育人员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教育处一个
很好的警惕啊，就是说以后我们的啊处里面的同仁是不是可以再深入的了解我们全线教职人员的啊，包括一些背景或者是家庭状况，因为像这个个案的话，之前听说啊可能家庭因素就有点问题，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可以及时介入去辅导的话，去了解的话，或许今天事情不会闹得这么大，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要给教育处一个很好的警惕哦，就是说可能要多关心一下我们的教职同仁，另外还有你们在事情发生之后的处置啊，因为像报纸这样子登起来的话，感觉这个教育处不够积极，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你们是需要检讨的，好不好？好，谢谢议员。再来就是要跟您探讨的是所谓这个三人不成班的这个问题啊。处长，我们今年的这个小一新生哦，入学作业应该都已经开始办理了嘛？对。是，那处长您是不是有确实掌握了这个学年度小一新生的这个总班级数跟总人数，大概数据是怎么样？您可以稍微做一下报告。我目前掌握的数据就是三人不成班会影响的学校哈，大概是4到5所学校之间。今年吗？这个学年度就是105学年度。好的，那大概是在分布在哪几所学校？像电光国小。电光是。好还有，再来是那个，其他的都是属于那个分校的部分，比较偏乡一点的嘛，啊、哦，对不对？像那个安硕的新化分校，然后大鸟的爱国埔分校，还有三民国小的和平分校，是，然后再来就是中校国小的博爱分校，是，好的，那我们本县有一个国民中小学这个转型暨裁并校的作业要点，是它是有规定说我们这是新生三个人以及包含以下啊、哦、是不成班的，所以依据这个作业要点，我们今年大概就有这4所学校没有一年级的新生，是这样子说吧？对，我们是让这些学生回到本校。跟原来的一年级的孩子一起在教室上课。好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原来这个学校的原来编制的老师呢，他要何去何从？原来的编制老师，我们就看他原来本校的部分有没有教师缺额。是，如果有的话，他就是可以回到他的本校继续在学校任教。那对于这个被减班的这个学校，他相对的，他其他留下来的老师，他要做的行政工作是不是就增加了？那对于留在这原来的学校的老师，是不是是另类的惩罚？如果这么说的话，因为你把老师调到别的学校了。跟议员报告哈，因为现在目前这几所都是属于分校的状态哈。是。那他们在行政工作的部分，其实还是主要是在本校在运作。那原来他分校的那个主任的那个功能跟角色都还在。是，因为这个作业要点啊，就是变成有很多的学校，像今年特别，今年是小一新生是属虎的嘛啊，所以人数可能又特别少，所以因为这个作业要点，那让这些学校最后不得已可能就是要被裁并，或是变成分班。那这个跟我们的原住民基本教育法是不是有一点抵触？你这个作业要点的定定是不是有抵触到，或者是你刻意绕过这个原住民基本法，那他们的受教权是不是有受到影响？跟议员报告哈，我们定三人不成班这个最主要的初衷，实际上是要维护孩子的学习权益，希望让孩子能够在所谓的群性的养成，跟班级内的人际关系的互动的部分哦，再加上就是整个教育资本的一个投资上面取得最大的效果。对，你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说，你要被并班或是裁校的这个小班级哦，都是在非常偏远的偏乡。刚才你刚刚讲的电光，这属于原住民部落，你安硕这边也都是原住民部落啊。那你是不是能够考量这个学生的这个包括交通等等的考量，或是隔代教养的考量，是不是可以暂缓这样子的作业？报告议员，我们现在有几个配套措施是同时在启动哈，是都有跟家长做沟通吗？你们所谓的配套措施是什么？学校里面我们有一个典范特色学校的一个甄选，只要这个学校它通过了我们的委员会审议，它成为典范特色学校，它就不受到这个三人不成班的限制，因为表示它有一个特色。那你目前今年度要裁并的这几个学校，它是你现在讲的这个典范特色学校里面吗？
目前有四个学校送这个案子来，今天下午就要审查了。是，电光就是其中一个。是，所以他就不会被。如果他通过的话，他的小一那个三人不成班的，他就不适用。是，我是希望说，特别要考量这个偏乡的困境，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个通盘的考量啊。这个三人不成班，你可能用其他的方式，那是不是可以暂缓，让这个学生的受教权呢，一样都要非常的公平，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会考虑到学生的受教权。是，好的。那处长接下来要跟您讨论到一个问题哦，是关于这个安亲哦。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报载，他是写说基隆花莲的孩子他们没有合格的安亲班，所以呢我就想到了，那我们台东呢，目前我们台东这个你们所谓的安亲班应该来说应该是儿童课后照顾中心了哈，现在是不是改成这个名词？对。那我们台东这个安亲班合法的安亲班有吗？我们现在依照课照法，正式用课后照顾中心申请立案的，据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一家。只有一家。是。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你讲的是这个学龄后吧，就是小一到小六的这个课后安亲合格的只有一家。课后照顾中心，对。这个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哎，因为像现在我们都是双薪家庭哦，爸爸妈妈都要上班，那几乎我想超过半数以上的这个小一到小六的小孩子啊，他们都是有上这个安亲班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上的这些安亲班都是不合法的吗？根源报告其实这个数据我也是质疑的，是。所以我们现在社教科，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进行所谓的短期文理补习班的，还有课后照顾中心的查。我是希望说，尽量辅导他们成为这个合法的立案的这个补习班，或者是这个课后辅导中心安亲班，不然，我们可能没有法源可以去管理。那小朋友可能比如说他们上的安亲班，他们的建筑、消防等等，他们是不是处在一个不安全、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环境里面，都是个问题。那有非常多的家长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也请处长能够特别的来做一个查，好不好？那尽量朝辅导他们成为合法立案的安亲班。好，好不好？谢谢议员提醒。那另外就是最近普丰这个事件呢，我听说有些外县市的学校有用到他们的这个食材，那台东县的部分不晓得。报告议员，台东县我们有70几所学校，是，但经过查之后都没有用到那一批的产品。好，谢谢，那也肯定你们非常积极，在任何的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们都可以特别的关注，了解到特别注意到，好不好？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吴秀华议员。接下来登记咨询的是谢协玉谢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这是第二次的那个我们延续一下刚刚的那个处长，教育处长，我想请就教你一下我们立岛国中有一所乡立体育馆，就是立岛乡的乡立体育馆盖在立岛国中的用地上面上一次因为它的那个出入口太窄了，所以我也有甚至有提案说叫他把它拓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下课后它是晚上是开放的，开放给乡民打羽毛球打篮球或是办一些活动。那因为前阵子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两个学校的有钥匙的这个老师或是主管不在，那这个有特别的人士就打破窗户开窗跳进去做活动那当然这是个案了应该是比如说羽毛球的他们大概也会给他一把钥匙。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导致立岛国中就他管理单位他就不开放了，那不开放就造成民怨那立岛你也知道晚上特别是立岛的小孩很可怜的，比如说有的在台东很简单我的小孩我晚上课后我可以参加小提琴的这个班或是钢琴老师有我私人都会安排这个学校教育以外的一些才能的那个培养，那立岛没有。
那绿岛的年轻人晚上你叫他干什么？有年轻人就带着小孩子在那边打羽毛球，所以最近这几年绿岛的羽毛球队也常常出来台东参加比赛。那这个问题出来了，你这样子的话叫这些已经习惯在体育场打球的人怎么办？那我也跟校长讲了，如果你认为我们要根结这个有这种状况的话，就是很简单嘛，我监视系统什么都来加装，那钱不够的话没有关系，议员这里的补助款来给你。校长原则上是同意，后来好像学校开了会以后还是不愿意这样子。我知道曾姐在他们的经纬哦，体育馆只负责管理没有经纬这个问题啊，校长不知道你知道吗？这个我确实没有听吴校长跟我提过这件事情。所以那个太平洋的一个岛屿嘛，哈，我的意思是说，处长，这个是不是应该处长你要出面啊？你如果学，因为大家跟我反映了，我跟校长讲，后来又接到这个信息啊，是我现在还没有，因为有这些运动爱好者啊，他们是要联署的，因为那个叫做乡立爱系，就是乡立岛乡的嘛，乡立体育馆。所以你委托立岛国中的话，立岛国中你如果说因为你乡所没给你经费，或是没有办法，只是委托你管理没给你经费，没给你一些妥善的那个齁，你这样子国中也是很尴尬。那我想说请处长在这方面是不是想想办法，是不是马上开放给立岛的这些爱好运动者使用，然后后续的是不是由处长来跟乡公所来协调看看，然后比如说他的电费、他的管理、清洁各方面要做什么样的要求，这样子好吗？好，报告议员，今天会后哈，我就打电话跟吴校长，先让他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目前遇到的困难。处长，你要听他的，听学校啊，他的心声是什么？因为他今天会有这么激烈的动作，一定是压抑很久了。那我们要先知道他的症结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开放？应该是他一肚子的委屈。那这个问题需要你跟乡公所沟通的时候再来沟通，不行的话我们来想办法，是不是？那个特殊地方我们编列一点预算给他来维持这个学校，因为虽然是乡立体育馆，它盖在立岛国中的土地上面，其实最受惠的、最直接可以使用的立岛国中的学生嘛。是，报告议员，其实绿岛国小跟绿岛国中这几年啊，在羽球的发展上面确实不错。然后我们今年全中运，社会资源所募来的这些羽球，的分配，我们也分配给绿岛国中跟绿岛国小。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是非常赞成所谓的运动的普及化。那对于场馆能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放学之后使用，这个我一定是持支持的态度。那就像议员讲的哈，我必须先了解绿岛国中过去这段时间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对，好，好不好？我们要先要知道绿岛国中的困难以后，我们来帮他解决，然后达到双赢的目的。好，这个请处长哦，你会后哦多用一点心啦哈。好，好不好？好，好，谢谢处长，请坐。谢议员。那个卫生局长，院长，哎，局长，拍谁哈？黑院长，那个顶个你有答应我嘛哈？嗯，那是伫绿岛旺季的时候，观光客逐渐在进入岛上的时候，你说可以的话，我们就跟县长拜托一下，要调派医师哈去支援嘛。嗯，那我想是时候了，哦，对，因为我把刚等你底下哈。我一个下午坐在我的服务处啊，就听到三次或四次的这个救护车的警报器的声音了啊，那表示医生会忙不过来，我们的病床还是一床，医生还是一个啊，因为一个要休假嘛，那会忙死那些护士。不过我每次
如果立导有什么紧急状况，我到卫生所去，我都很感佩立导的医生跟护士他们哦，真的很勇于承担了、啊。别的卫生所应该不会碰到这种事情嘛，就立导跟南里的卫生所要直接去面对嘛。啊，我们局长我们也探讨过这个后送机制各方面哦，都期待加强跟改进的哦。你给医生太大的压力，你给他太少的薪水，给他太大的压力。有时候医生的一些那个，我们真的不好给他哦，做一些那个啦，因为太苛求了，对于立老医生来讲太苛求了。这个根源的解决哦，还是要局长跟县长哦，拿出你们的智慧来，是不是应该给中央，让卫福部知道说立老的卫生所不只是卫生所，我们的编制是不是能够从立法院来修编一下，哦。让立导跟南里就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处理的那种医疗救护处理的中心哦，这样子，因为说实在，如果是车祸了，三个病患都要一张病床，急救病床你怎么弄？甚至你骨折，你 X 光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哦，这个都是问题啊，哦，局长，你 X 光机，才前两个月吧。事实上我不知道，可能卫生局接到的信息跟我直接碰到的是不一样的啦，哦，医生是真的是对病患讲，这 X 光机哦，你还是要到台东去照，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医生对那个 X 光机没有把握，哦，或是说因为他不够，哦，啊，那编制已经过了，所以没多久以后就会一个放射之气，7月1号。好，你拍摄无甲你讲，因为吼，这管理要爱扩编啊，开始。好，我知。已经啊，阮报管护过啊，所以7月1号开始都有一个放射师。哎，啊，那 X 光机 OK 吧 ？OK 哈。哎 ，X 光机两年前才换过。就对你的记者无？还是。迄个执行长有无哈？还是，我了解。哎，咱底下见面的时候吼，是。啊，那个肯托伊嘛，讲，还有做啥？电脑断层扫描还是什么？电脑断层摄影哦，电脑断层摄 CT 是吧？啊，你讲电脑断层摄影吗？上一次执行长说，立导是应该给他一个，他在举那个金门的例子嘛，哈。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医生你要给他充沛的那个硬体设施啦，你给他电脑断层扫描，他有时候他不只能用听筒而已啊，那是不是他的判断会更正确？哦，然后加上我们的后送的资源的这种充足的话，让医师有他比较有那个胆识哦，可以在那边，要，啊，不然我真的替伊比比错，我真的替他。所以我咧报告吼，哎，伊迄是伊迄中心对咱法律无了解，咱的诊所，咱卫生所吼是等于诊所尔，袂当买 CT 啦。虽然交大夫共款，大夫那边做南回及救护中心，可是他不能买 CT， 袂当买电脑断层摄影，这法律规定的，所以除非讲爱去拍破这个法律，无做袂当买。好，局长，我们这样以后再来探讨哦。好，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在法律范围里边可以补充的硬体设施都给他， okay， 好不好？谢谢。OK， 谢谢。好，谢谢玉议员。接下来登记咨询的是张全新的议员，请他时间十分钟。教育处刘处长。你好。处长早。那本席今天是想要跟处长请教有关于我们本乡海端乡的教育大事，那相信处长应该也了解，就是我们坎宁国小红石分校是，嘿，他目前要裁并校，那想说在这边请处长是不是能够详细的跟我们说明一下有关裁并校目前的进度，以及后续我们学童裁并校后他们要如何，要去哪里就读，是，那就读的方式，譬如说交通的问题还是等等的问题，以及我们裁并校后我们这个校舍校园后续的使用，是不是可以请处长这边说明，还是好，谢谢议员哈。目前的进度是已经达到了超过50%的公民票数同意这个案子废校哈。是。那现在目前坎宁国小有9位学生，国教科目前正在签会购买交通车。那当时我们是就是红石分校有9位学生。对，那当时我们是采取两个方案让家长来选择。第一个就是补助交通费，由家长自行接送；另外一个就是购买交通车。后来家长共同决议要买交通车。那国教科现在目前已经在签会中。那
接下来购买交通车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要这个招聘了、那个开交通车的司机。那目前红石分校这个地方呢，是已经把招聘司机的这个工作委由我们教育处来负责。那这个我们会后续进行。那至于八月一号以后，红石分校就会成为我们台东县的面山学校训练基地。将来整个台东县国民中小学的学生，在所谓的登山教育训练还有安全教育训练的部分呢，都会以这个地方作为训练的一个基地。所以原则上红石分校未来会变得更为活络，也能够带动整个地方上的一个很不一样的风貌。是，那是不是也是想要请教，就是说如果红石分校它如果之后校园的使用会变成您所谓的那个面山学校，面山学校是，那这个部分不知道说是有在跟我们地方的行政机关去做了解吗？因为本席这边有听到的一点事情是说，他们其实有一点想要提出一些计划，就是有关我们财并校后我们校园的使用，对，他们是有一些计划想要提出的。那不知道说这边教育处我们在办说明会的时候就有充分的表达这个学校的使用是打算作为面山学校训练基地。那国教科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得到相关的资讯，说当地居民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OK， 那所以说这都是已经就是确定之后财并校就是它的配套措施，就是刚刚陈如处长所说的。是，报告议员，因为连经费都已经在花东基金里面都已经顺利取得，那关山国小就这个案子已经在进入到最后的阶段。是，八月一号以后就由关山国小来接手红石分校。八月一号就由关山国小来接手。是。好，那其实这边是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处就是处长以及那个承办科科长的用心。那本席还是再次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在财并校后有关我们财并校的配套措施相关事宜能够非常妥善的跟我们地方去就是达成就是所谓的就我们开会的共识，那以免避免我们未来会产生一些纷争。是，那就再麻烦处长及承办科科长，谢谢议员提醒。卫生局张局长。院长。张长，有关我们本乡卫生所，那我相信本乡的一些医疗，像眼科部分，其实在过去很多议员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不知道说在提出之后，贵局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措施，或者是？帮助，可以请局长说明吗？眼科吗？对，眼科。哦，那个海端卫生所是那个基督教医院吗？因为我目前我们好像关山慈济医院在支援，对。哦，是在支援，所以说我们就变成说还是要临近到关山慈济医院去就诊。因为那个地方海端是关山慈济医院负责那个，我们有一个政策叫做边缘地区医疗的资源，所以我们台东地区的医院都要认养一些边缘地区的卫生所，所以海东卫生所是属于关山慈济医院在负责。对，那只是说，因为像之前有跟贵局去讨论，就是有关我们，有关我们的眼科部分，好像固定就是每一个月会有一个门诊的时间去做巡回医疗，但是因为一个月才一次的就诊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是，对，那其实也变成我们乡亲其实眼睛真的是非常就是大家都普遍会有的一个疾病，那你要他们那些长辈眼睛不舒服就要搭车，甚至一定要请长辈开车下台东去就医，真的是非常的不便。对，那不知道说这部分贵局未来有没有一个妥善的方式能够再次加强一下我们本乡眼科医师的不足以及医疗的服务。鲍议员，这台东卫生局的痛是我在医院的时候其实医院端也只有一个眼科医师，是那么大的医院才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去年是今年的一月，我们争取三种的医生来，所以其实我们台东医院、台东整个
整个地区的眼科医师真的是真的非常少，哎，可以手指可以一只手可以比得出来，就连马街跟我们的基督教的那个眼科医师都非常少。如果报告议员，我想我一定要往这方面努力了，看能不能尽力，我们看能不能整合我们辖区里面，就是我们县里面的所有眼科医师，医院跟医院端来配合，看看可不能多一点时间资源去那个海南卫生所。我在想办法看可不可以。对，那再麻烦局长，因为其实我们台东市，你所谓的那个两个大医院，像我们的基督教以及马街，甚至是我们台东属立医院的眼科医师非常少，但是其实我们反而。走在台中市街上，本来是诊所还比较多。是的。对，那其实我知道这是贵局目前的就是最大的困难点，但是我还是希望说贵局能够极力的向我们上级机关去争取，因为这部分我们乡亲的一些医疗服务还是要麻烦贵局去好好的帮忙协助。好。好，那再麻烦局长。Okay, 好。好，谢谢局长。谢谢。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张学仁新南议员。接下来登记咨询的是我们张正辉张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好，谢谢大会主席。卫生局张局长，张议员好，早安。早。接着我们那个张全新南议员的议题了，因为刚刚好轮到你，就继续站着也比较方便。原乡的卫生，这个卫生医疗的这个资源确实是比较薄弱，所以整个南回县在县府目前努力推动的这个南回医疗急救站，是吧？是。请局长报告一下我们县目前的进度，好不好 ？OK， 报告，我可以，我尽量讲短一点。是啊。目前已经送到卫生福利部。已经大概照护师跟医师师都通过了，现在到国外最后一关，如果国外过了以后就过了。好，那这是好消息啊。是，我们希望确实是能够尽快的把它完成。我们已经加快脚步，本来希望是520以前能够完成，可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如愿完成。是，不过我看得出来你们很用心，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能够让我们欣慰的地方。是，另外我们一直认为啊，医疗是人权的一部分。如何让每一个不论他是偏乡或原住民或是住在都会区的人都能够受到相同的医疗照顾，是，当然这是理想。不过最近中央的这个政策白皮书里面是有关于原住民的专章，却没有列入啊医疗专章。局长您个人的建议是2025年的这个医疗政策白皮书是原本希望把原住民的专章纳入在里面啊，最近有很多人有发起这个运动，因为它被剔除掉了。可是，在我们的立场来说，不论是人种也好，它的传统疾病也好，遗传基因的疾病上，是都跟汉族有不同。是，如果有一种不一样的专章，是可以协助医疗我们这些原住民或者偏远地区的，是会不会比较能够普遍性的照顾到？局长，这个好像我。没有那么内涵，我一个研究看看，我真的是。好了，下次，好不好？是。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比较多的建议。好。因为我发现确实是如此。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到简单的例子，基督教医院或马街医院。是。几乎啦。是。原住民在台东占三分之一强的人口。是。可是医疗住院的情形，几乎占一半是原住民，所以可能。贵局在整个原乡的医疗卫教的部分，或是疾病防范的部分，还要再加强，是，好不好？是，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看到局长能够给我们做这方面的专业报告。是，好，请坐。谢谢。教育局长，嗨，你好，局长早。局长来，局长来这里，处长来这里多久了？去年八月一号到现在有迈入应该是第十个月。好、哦，十个月就有很不错的风评，我觉得局长是值得加冕，希望能够继续再努力，好不好？谢谢议员肯定。最近啊、哦，金峰乡几所小学出去比赛都获得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啦。啊，局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回馈奖励？譬如说介岛国小。这个全国的这个
这叫什么？都得冠军嘛。啊，嘉南国小也一样啊。这我觉得好的学校，如果能够给予适当的这个鼓励，我觉得对整个风气、教育风气是有效的，办学的这个品质的提升也会有帮助。局长，你的看法？我非常赞同议员的这个建议啊，就像体育比赛也是一样，艺术与人文比赛也是一样，只要能够有好成绩的，都应该要给予奖励。啊，然后呢？就是那个最近你有去看那些学校，给他们精神上的鼓舞？报告议员，最近确实没去。好，这样来你安排一下嘛，也让县长去走一走。是，看一看，鼓励鼓励，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如果我们用心在学童的各方面的发展，像你们常常讲的这个适性扬才，如果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适当的回馈，我相信大家会做得更好才对啊，是不是这样？会，一定去。好，好了，局长请坐。谢谢议员。啊，处长请坐。来，我最喜欢的局长。王局长，谢谢议员。局长，谢谢你这一年来对台东的这个付出贡献啊！最近包装杂志也常登我们台东的治安啊，这个犯罪率的增防侦破。前几天你又去大武分局鼓励鼓励，谢谢这个局长。我觉得治安不只是警察的责任，也是我们整个县民要一起共同遵守嘛，对不对？是。不过最近有几个这个乡民一直反映，他们认为我们比较容易不小心触犯了交通规则，照相的情形很多。不过我不是怪你们照相照很多，而是我们在设置这个照相机或者是我们这个监测点，是不是有考量到它的合理性？我们拿一个东海岸来说，或者是我最熟悉的了，台九线哦，香兰段那是400几K， 407。阿达，400几K， 407K。好，407。局长，我是一个用路人，我在山路被憋得很久了，好不容易路这么宽了，终于可以让车辆重新排队，结果有个照相机在那里，限速60，其实这是违反人性啊！宽大的马路，结果它限制到这样的，就跟山路的速度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是不合乎人性。局长，你的看法呢？将来我们南回公路台九线，这跟将来无关啊，你现在就是如此嘛，你想想看。我们憋了那么久了，好了，难听点，想上厕所了，赶快去找一间，也起码要加快速度吧。这个当然心理上我们是认同。然后呢？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香兰段我们407K 这个刚好下坡的地段确实速度会加快。这个外县市的很多朋友也打电话过来，今天收到一张两张，因为来回就各两张了。那这部分我想我们将来在未来南回公路完成之后，整个道路笔直之后，我想我们建议公务单位在这个速线后面是不是可以再放宽了，我想我们就来努力了。局长，速线的部分是公路单位他们定的吗？共同认定了。是嘛，所以你们其实是可以说的三十多项话，因为你们都要参与道安汇报嘛。对，是不是？是。第二个，它的地点适不适当，这个是要依你的专业来去做判断嘛，你不是交给公务单位啊。因为你们知道哪里才是有交通事故比较多的地方，哪里是交通瓶颈，什么地方可以开放给大家能够稍微限速高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站在尽量让我们的同胞能够这个合以规定的行为嘛，你们就刻意的要让他去违法，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想要违法超速的心嘛，是不是？跟议员报告一下，因为公路前者主管机关目前是我们公路局，我们公务段大武公务段这部分来负责，但是那速线部分确实我们也有反映，但是
前者主管机关建议这个道路还在施工拓宽工程当中啊，所以他们现在目前还是暂时不放宽。就是因为这么窄啊，很多车子都卡在那里啊。随便讲一个，不用说过年，稍微假期长一点，所有的车辆都卡在那一段金轮段，好不容易放出来了，还是要60。我觉得这是不人道了。啊，另外我觉得很好玩的是，我们的政府既然可以开放很大马力的车子，随便踩一下油门就超过100的，结果我的限速只有50，啊，它剩下多出来的你不是浪费？这个，我想这个牵涉到交通安全。个人是觉得这样。重点还是牵涉到交通安全。阿达的那部车随便踩180，它最多只能够开到70，剩下来不是浪费时间？谢谢议员的指导。我想这部我们本身也是要。局长，我还是要建议局长啊，哈，是我不是说不开罚，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怎么样合理的安排你的照相、你的监测点嘛，这个才是会让人家觉得比较能够遵守，不会说哎不小心去触犯了，然后还要罚款，毕竟这个经济那么困难，像我们议员薪水那么少，一个月开13哎。我们讲这一步，我们再来做检讨。是我啦，东海啊，是，好不好？是，谢谢。不，局长不要开玩笑，这是真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考量一下。好，台东经济力这么弱，罚单开那么多，明年不用编那么多啦。我们编是一年哈、哦，当中70%都是外县市来违规的啦。啊，每次都讲这种话，这个确实不是说，但是原则上刚才车子照相敢不啦？我们可以来做检讨，那检讨检讨，好不好？好，谢谢。那哈，谢谢张正辉议员哈，花莲我也被开了不少啊。接下来登记的是我们议长哈，请议长发言。好，持续询答时间10分钟。好，谢谢书记长，正辉议员，这个我知道你曾经试图要把罚单拿到议会来核销，但是如果这样下去，我大概核销不完。对，很抱歉，张议员，开玩笑，你说。对，啊，哎呀，真的是对，这个年底就只好再跟警察局同仁再了解一下哈，你们不要因为业绩而罔顾了这些一些情理法。跟那个跟处长、教育处长，我们来讨论一下哈，您基层出身，就像我们现在今天上任的教育部潘部长一样，都是基层出身了，我们非常的喜欢，那也觉得这样子的处长跟部长应该会比较了解基层的感觉，所以刚刚听到您在讲，尤其跟吴秀华议员在提哦，那个小校裁并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在强调解决问题哦，就像刚刚局长啊，警察局长在解决这个酒驾啦，或者是交通安全，我们的确是在解决问题。但如果我们过分只看到问题本身，我们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你又制造了更多的问题。那我们期待教育不要是解决了一个问题，结果制造更多的问题啊。那我再跟您说的就是裁并校这个问题，其实台东会未来的10年会不停地面临裁并校的问题。台东只是一个小的界境，其实全国都一样，107年的，反正我们面临的107、108、109都很，109可能还好，就是都很糟糕。所以希望您在做这个裁并校的时候，也能够了解到，这个学生已经被安置到从 A 安置到 B， 会不会这个 B 学校在3年后又要被裁并？所以这一群小孩，这个小学还没毕业，可能又要被裁并到另外一个学校。这个做一个教育处长，尤其您是基层出身的处长，所以这个问题就请您多多帮我们思考。好，谢谢议长。那接下来就要再跟您讨论，就是我们林书记长所提的，还有今天秀华也有提到哦，就是这阵子在丰原国小发生的问题，同样一件事哦，我们不能只有解决问题。我相信成人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大家都已经心智成熟了，大家也都知道
你自己犯的过错自己要承担。那问题是小孩子还小，大人的错他们该怎么办？所以我想问您的是，成人的事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是孩子尤其是在那个学校那一天上课的孩子，甚至是那位校长，虽然并不是在那个学校上课的孩子，他是在别的学校，只是因为成人所犯的过错，他必须被承担这样一个我们讲结果也好啊。想请教你，对于这些孩子，你目前有没有解决或者试图去解决的方案？是跟议长报告哈，这个案子是我知道之后接手处理哈，我们目前已经就整个班级的班级团体辅导已经开始在着手进行，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个别辅导，而且这个个别辅导的部分还征求家长在场，我们也希望同时让家长了解说我们怎么去辅导这个个案的孩子。那整个处理的过程目前还在进行中，我们也有做所谓的量表的评估，只要我们看到还有部分的孩子在指标数上面还偏高的话，我们会去了解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继续的后遗症，还是说另有其他的事情造成他心理上的一些压力，我们都还会一直处理到整个完全完善之后，我们辅资中心的专业辅导能力才会撤场。好，那就我期待您也不要口惠而不实啊，真的说到做到。孩子，这个没问题。那好啊，那就这样。如果你真的是这么说这么做就好了，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解决了成人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是看不到的啊。那我们也非常惊讶，也希望我想这不是教育处的问题啊，社会处其实也有很大的责任，怎么会把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么久，那个解释不用了，不用解释，那都一定是冠冕堂皇的理由，除非你有，你要发言可以，除非你有要试着解释其他更多的，您说一下好了。整个案子的过程，当然社会处也扮演那个一部分的角色了。那因为那个当时的情况是，有一个小孩子，校长也看到那个小孩子，并不是外。不要再伤害他们。对，那个我们知道。那所以说跟媒体写的那个事实完全不一样。OK。那谢谢你。那我想这样子啊，因为我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我今天要表达的就是，第一个，媒体是很糟糕的，媒体完全没有自律啊。你不知道您的这样报道出来之后，对人家的伤害有多大，我非常非常不认同啊，媒体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行为，也才知道说，哇，结果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状况啊。当然，事实上大家都有各自的管道去了解当天的状况。但是我们希望说，再次的拜托两位处长，成人的问题真的很好解决，那要关心的是小孩子他成长以后会不会在他的同侪之间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谢谢两位处长，谢谢。好，议长。教育处长你就继续站着吧，我看你腿力很好。另外同样一个还是说解决问题的事情就是现在因为你才并校之后会有那个超额教师的问题。是。超额教师这个问题，那其实在台东这一阵子不仅只一般教师超额，其实体育老师也超额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老师在因为学校的人数锐减，那以及体育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一些老师他必须被迫没有办法留在体育班因为学校的人减少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有体育班所以要被分配到其他的学校去。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讲的是哪一个体育项目吧。我知道。好，那所以在这里跟您探讨就是说，不要只有看到超额教师的问题，你把这个人随便塞到哪里都可以，但是您塞到一个学校去，你从
A 学校塞到 B 学校，就如同刚刚我刚开始前面几分钟讲的，你现在把它塞到 B 学校，就我的了解，这个 B 学校三年后可能也要面临裁校的问题。那这个人球又会再一次被迫再移到另外一个学校，所以就体育发展来看，一个体育其实不是两年三年，它必须要长期的培育。那当这个有一点点成效，结果因为超额的问题，那把这个体育老师挪到 B 学校，我也没有意见，其实我并没有很多，只是希望说解决超额教师的问题之外，不要再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让这个体育老师到 B 学校重新再教育这些学生学习这项体育没有问题，你能不能保证三年后 B 学校会不会又被裁并？于是对老师来说，心理上当人球一样滚来滚去，那对学生来说，那我们大人只是把他玩来玩去，处理一个超额教师的问题，好吧？这个事情请您多多费心。好，没问题，议长，这个我们会纳入考量。这个确实不应该在后续衍生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因为您是基层出身哦，您的考量就会比较全面，所以对您的期待比较多。那希望同样的事情也期待我们所有的这个局处首长哈，我们常常都只看到问题啦，好快想把问题解决，因为这样有效率嘛，哈，对不对？一刀切，就像我们现在的柯市长一样，把问题切下去了，结果呢，人的命也没了嘛，哈。所以这个好，时间也已经到了，那谢谢处长，谢谢主席，今天到此结束，咨询到此结束。谢谢议长发言，我们今天上午的单位工作检讨会到这里告一段落，各单位辛苦了。今天下午是分组审查及收集资料，我们散会。